对，妍妍老师已经来了，我们把这稍微收拾一下，桌子有点脏哈。好的好的，把窗户打开通个风，我发现这里头一股味儿。来，刚才所推荐高阶学鸡蛋就在一号链接，朋友们每天早上把它做一个早餐的蛋，特别好。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当然这个蛋也能够实现这个大家喜欢有生食的朋友，这个也可以，因为它的沙门氏菌控制非常严格的。只不过呢我们自己不是特别喜欢，所以很少去讲这个点哈，它是完全符合这个要求的啊。好，灰灰，接下来交给你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嗯，拜拜各位，谢谢。对，我先把桌子收拾一下，妍妍老师已经来了啊。第一次对妍妍老师有非常大的崇敬之情的，其实还在我们，没事没事，你不管，还在我们当时转型无望，然后每天要死不活的时候，一块儿下班再回去走到中关村的路上，那会儿就在向很多优秀的人学习啊，对吧？然后就那一段时间，妍妍老师的一些采访的视频就在网上特别火，因为呢，你能看到他身上既有一些科学的理性，然后也有一些文学的这种温情，他能够把一个东西解释的非常全面，又非常的让人方便理解，这很难其实。因为大部分做学问的可能板着脸，或者做科普的不太接近，不太接地气，所以当时我们都以妍妍老师为学习榜样在学啊。当然后来会发现这个确实智商上的碾压可能是令人绝望的，学了很长时间，越学越不像。再上一次相遇是于老师介绍，然后呢晚上去跟妍妍老师有过短暂的这个交谈，一直就期待什么时候能够来到直播间。那期待了很久，今天爷爷老师终于有机会来到现场，欢迎，请坐。于慧好，于慧好。啊，坐坐。对，您坐就好。您不坐吗？我去站着，对，我习惯站着。平常都是这样的，客人来都得这样啊。感谢感谢。对，这里是主镜头，您一会儿说话看这儿请。两边有屏幕，然后如果您有任何的想回答的问题，看到您可以回答。好的啊，谢谢宇辉。然后咱的这个就是聊天非常放松，可以边吃边喝的。我来的路上看到您这已经零食自由了，基本上。然后刚刚说你们刚刚帮一家一天带出去了12万箱橙子，是一个挂果400天的橙子。我们研究云轩科很久了，我都还没有知道还有这样的橙子。对，也非常优秀。东方小孙跟顿顿他们一天卖了12万箱橙子。我们前两天对去了东北啊，还卖了好几万单的这个大米。五常的啊，五常的，因为我们很熟嘛，他们特别感谢你们，帮助这个品牌真的应该说浮出水面。哎呀，在五常大米人知名很久了，我们只是蹭了别人的流量啊。前段时间还去了这个河南，还卖了这个十几万单烤肠啊，把当地的这个猪产业给带了一下。对，他的这个黑猪产业其实是在全国各地，但是这个工厂在当地，就让很多人其实可以返乡就业了啊。非常好。这个蓝莓，这是大兴安岭的吗？这个蓝莓，我看一下，我们随机抽查。我上一次去大兴安岭，去了一家当地做蓝莓的店，嗯，那个蓝莓还是在林下长的嘛，就是那是野生的，野生蓝莓，对。然后他们也很感谢你们，哎呀，因为就是因为你们带货，一天卖了几万瓶啊，对，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准备过，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想于老师啊、宇辉他们做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中国有好多好东西。啊，不管是动物啊、植物啊，啊，地道的或者我们道地的这些农产品，嗯，其实大家没有很好的渠道去了解。对，第二个呢，可能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有信用的平台能把它给甄选出来，嗯，所以很多就烂到地里、烂到山里，它其实运不出来。所以我想大家都应该支持一下，其实说是助农吧，但我想这是一种共赢，因为我们讲粮食安全不是光主粮安全。对，大食物观里面最起码水果呀、瓜果呀、蔬菜呀，包括这些蛋白质来源都很重要。对，而且其实爷爷老师讲的这块就是你看，这就是一个科普者的自然习惯，他无意间就开始给你科普了。之前也给大家提过，比如像我们现在吃的大量的蔬菜，大家都知道山东寿光，但是如果在当地的朋友他可能更熟悉，比如其中可能有接近70%的蔬菜种子是从日本进口的。对的，所以你看每一个产品到最后，如果是这个产业链发展好的话，最后它应该有多余的利润，然后要把这个产业链给撑起来，投入研发啊，就等于说我们今天在讨论，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在讲高新科技，嗯，大家现在最聊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卡芯片啊，农业的芯片是啥呢？种子吗？种子嘛，对，种子的核心是什么呢？基因嘛，对，所以归根结底，一个好的种子就能够影响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命脉，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豆，
因为每年我们要进口差不多9000万吨到1亿吨大豆，但是大豆是中国原产的，对，稻粱菽这个菽就是大豆，就是大豆，草字头一个叔叔的叔，哎，那你说这个东西在中国原产，为什么最后我们却干不过？比如说像美国，对，他们这几个啊大豆的这个育种公司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加把劲儿，把这样的一些中国的核心的种质品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家别觉得如果中国没粮了，我们向全世界买粮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养得起中国，中国人真的还是要把按照总书记的话，这个饭碗得端紧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对，刚才提到像大豆，大家都知道大豆其实最早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当地驯化的一种物种，包括这个大家现在喜欢吃烤鸭啊，其实现在世界上养最多的就是这个叫樱桃谷鸭，那最早也是当年国外人从中国带走的鸭子，它叫英国樱桃谷北京鸭，你听这个名儿，对，所以它最早来源还是在这个北京，只不过他们当时把这个出去就进行了品种的驯化，所以它可能长得更快，吃饲料更少，收入率更高，更符合现代人的口感啊。但后来好的是拥有这个品种的鸭的公司被中国一家公司买下来了，但是其他的领域其实像牛啊、羊啊、猪啊，它可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对，宇辉讲这个呢，其实我在《生命密码一》里面都有提过。哎，不管是《生命密码一》这个叫您的第一本基因科普书，其实啊，我想每一个做科普的人，我跟于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嗯，我说我们为什么最后就都变成了喜欢去做科普？做科普的人突然就开始抱团走到一起去了。对，这其实就是我今天想采访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实际上呢，最早做科普，首先你必须还是有一个行业的一个大环境。行业的大环境呢，就是其实要感谢互联网。嗯，如果没有互联网，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到今天我们可以做直播。对，它的底层是我们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嗯，所以最早做科普火的时候是喜马拉雅，那时候做的更多的是音频。音频，对，音频。在一次亚布力论坛的时候呢，就恰好去了这个啊喜马啊，在了这个亚布力论坛楼下遇到了喜马拉雅的当时的这个也是创始人吧，于总。他就聊，哎，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局。当时冯仑找我讲段子，嗯，就是太空当中怎么生孩子，嗯啊，这个我们此处省去无数字，还讨论了一下这个可能性，嗯，可能性啊，包括你到底是应该用试管还是用自然的，我后来告诉自然很难，因为你模仿不出来这种重力，嗯，所以就当时讨论人造子宫啊这一系列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他们听完以后说你这个很适合在做一些网上的传播，嗯，因为我以前呢更多的都是在专业的客户去讲，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宇辉你有没有这么一个群啊，就是你家很多的亲戚在一个群里。我还经常会说全都是一些假消息，但是越是谣言越是传得广，我当时最受不了的是今天要吃地瓜，明天要吃洋葱，后天要吃大蒜，把吃出来的病人吃回去，哎，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实在受不了就怼了几句，嗯，下面说哎是怎么了，当了官了以后不孝顺了呢，咋了，我这家长退群了，哎，就是最后弄得他不退群我退群，完了我还得去道歉，嗯，后来呢我就把它剪成一期节目，比如说吃这个不能预防这个，把这个东西扔进去，请他听一听，他就知道他不是针对性的，对，我是对所有人都去这么讲，就这样一点呢就走到了这个科普的道路，嗯，然后呢突然发现很多的朋友突然给了很多的这种反馈和正向的激励，嗯，有点像你说的这种在一个看不清路的时候突然有几个人愿意在远方给你挥挥这一点点的这种星光，嗯，就照亮了你这个科普的路，然后就发现原来有很多人都在做科普，嗯，只是原来大家都缺乏一个好的机会，互相撑撑场子啊，带一带啊，这样的话呢，就大概讲了这么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吧。然后呢，讲的内容也比较多了。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小伙伴说：“李老师，这内容够多了，嗯，是不是可以写本书？”对，因为有时候听啊，他也嫌慢。我不知道你是喜欢听吗，还是喜欢看？我喜欢看，我也喜欢看，因为看书是不受，而且它不受这个速度限制，对吧？你比如说听我俩，我语速已经很快了，但实际上我听我的语速还是慢，就我听我自己讲的东西还要再调倍速，但是看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更快的去接受信息的，嗯，所以我想那应该是写一本书了。然后当时呢，就也想给我妈妈，我妈一直鼓励我写一本书，做一次科普啊，就这么做了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有了这第一本叫《生命密码一》，《生命密码一》呢。啊，我其实当时用的题目就是咱俩今天海报的题目，嗯，生命如此美妙，我们却知之甚少。对，比如说，你说老鼠和人基因组的大小是一样的，嗯，大象也一样，鲸鱼也一样，嗯，都是31个碱基，那就人确实没有小麦复杂，
小麦131亿了，功课做得好，它160亿个减金，160亿了，160亿个减金。但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比如说老鼠啊，地上的这种老鼠，嗯，就咱们一般说的过街喊打这个老鼠，就活2年到3年，嗯，同样人是31亿减金，他怎么就能活？比如我们人类现在100岁，已经不是很罕见的事了。这个跟性成熟年龄有关吗？也有关系，但是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嗯，我们的衰老到底是硬件还是软件？嗯嗯嗯。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的程序都是31亿个这样的代码，嗯，老鼠2年就死，大象可以活80年，嗯，鲸鱼可以活200-300年，人也可以活100年，我们之间有这个差别，嗯，所以通过不同物种之间基因的比较，我们可能找到抗衰的一个秘密啊，哦，虽然不能永生，但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延缓它。所以像这样一些常识呢，后来一聊，我才知道很多人其实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老鼠啊和人呐，啊，这个基因呐，啊，这里面乱七八糟很多事儿。所以第一本书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唤醒他对生命的兴趣，就是你如果先感兴趣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多人其实都是从这本书入坑的，我就是当时看完这个我好奇去搜，然后后来发现其实人和人之间，不管他是什么肤色什么人种什么年龄，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基因差异小于1%。对，是啊，或者小于0.5%了都。对，是的，啊，所以宇辉的功课做得非常好。但就这一点点差异，造成了我和贝克汉姆之间如此大的差异，我和于老师之间如此大的差异。啊，我想，其实生物讲的是一个多样性。嗯，比如说你可能会羡慕打篮球的，嗯，他可能会喜欢你可以做体操。嗯，大家高有高的好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嗯嗯，所以生命的这种多样性，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于我们的成功就不是单一化的，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态位，自然界中只要今天还幸存到今天的物种都成功，不是只有人类成功，就是进化成功的物种，我们叫演化嘛，演化它在这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比如说蓝莓吧，蓝莓它是在林下的，嗯，就是上面长森林下面长蓝莓，共生的，它们之间互相取得了物质能量的一个平衡，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想，如果大家都，因为这里边我一会儿还会谈那本教育的书，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本做成人的父母，实际上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把比如说钱和权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那我们肯定不幸福。对，之前给大家说一句话，说如果世界上只剩一种美，那便没有了美啊；如果只剩一种对，那也没有了对。其实这个意思，哎，嗯，所以费孝通的话叫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所以生物最重要的就是万物各得其合而成，各得其养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对万生物了解的越清晰，你越会觉得啊，这个世界真的美。嗯，那咱今天聊点，您给大家做一些科普啊，就是第一个说，我们的生命如此美妙，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比如关于基因里头有哪些，就是大家常传的最多的谬论啊。你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就说一个最大的谬论，嗯，就是这个孩子笨到底像谁？这是一个，那肯定像对方。我经常，哎，对，就是这么甩锅。他其实是个人性问题。嗯，你比如说，我经常听到很多父母找我说：“哎，你看我家孩子就聪明啊。”我说：“聪明好啊，随我。”哎，随我。我小时候就聪明。嗯，他很懒，哎，随他爸。啊，他爸懒。然后结果第二个家庭说他笨，跟他妈似的。嗯，其实后来一查基因，他俩是各一半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两套基因组，一半来自于爹，一半来自于妈，没有谁他到底是对还是错。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是你自己残、自己懒、自己笨。他是个人性的问题，所以大家以后再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只要是亲生的，他一定是你们两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他更多其实像一种习惯问题，而不是一种，生命的问题。对，是这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说一下寿命。你比如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还对吗？现在不对了，肯定不对了。中国人今天的预期寿命78.2岁，对，78.2岁就意味着，比如说它是中位数，那有一半人在90了，嗯，可能有一半人是在70左右，对，大概是这一个范围。所以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类还是在演化的，嗯，宇辉，哎，这个有点打击你，但是还要说一下，嗯，但说无妨。90后，山东男子，平均身高现在是多少？1.8米了吧，得要。对。已经均值在1.8米了。哎呀，所以我以后还是少去山东吧。我作为一个山东籍的，也是很丢人的，肯定是拖后腿的。我们既高了，我们其实也寿命更长了。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比50年前还是好太多了。所以大家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去享受这个生活。这时候我必须替自己扳回一局。哎，我就想探讨一下，是不是高了就一定好？我们在过去的数据来看，伟人基本上出现在1.6米到1.7米这个阶段。你看，很重要，成功率更高啊！对对，浓缩的都是精华。所以，
我们找到它的多态性就行。拿破仑嘛，我其实我能够从我们很多的留言上看到这一点，全国的很多女性都想当你的丈母娘。哎呀，这就证明，哎，对，我特别看到男性1.68米还是个大家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就这个范围啊。然后女生1.78米，最萌身高差。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讲到这个呢，我就插一句啊，虽然平均寿命是78.2岁，女性81，啊，男性76，对，也就是每一个同时代的女性比男性平均一般都更长寿，多活5岁，这就带来你不是问我有哪些谣言吗？这就又来了一个事儿，比如说我要牵你的手，咱俩是同学，我要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白头偕老，哎，白头偕老可以在一起老，但是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不对的，做不到的，哎，因为你得找一个比你大5岁的，别连累我，从，所以这句话女性听了一个很。你什么意思啊？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大家真的要理解一下这个世界，要明白雌性女性对一个物种的种群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个是荷尔蒙决定的吗？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至少在因为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数据，即使离得很近的大概也有3岁左右的这个差距，女性就是比男性会长一个。这里面有一个假说，就是你知道女性是2条 X 染色体，男性是 XY。 嗯哼，人类一共有23对染色体，一号最大，依次往下排，X 染色体排第8，Y 染色体就太小了，上面没几个基因，所以你像红绿色盲，大概率都是男的，男的，因为它是 X， 它是一个所谓的性连锁遗传，这样男的只有1条 X， 所以女性有2条 X， 所以它一般不会。对，听下来我们更像这个演化的一个意外啊。我们的任务是开疆拓土，他们的任务是。很好的去维系这个种群，我们创造世界，他们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男人占有世界啊，女性控制男人，是这意思吗？哎呀，这个这是第二个谣言了。第三个谣言就是在于，我可以不得肿瘤，其实做不到，因为肿瘤是好人变坏了，就等于说今天我们的治安再好的城市，你也保不齐有几个人突然就变成小偷小摸了。对，如果小偷小摸我没有控制住，他可能就变成流寇强盗。一个团伙出来了，对，这就是一个肿瘤的形成。所以肿瘤的真正的问题是正常的细胞，对，在生活习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甚至情绪不好，情绪不好真的会得肿瘤的。所以一定要远离破事，远离渣人。哎呀，那这句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觉得一定要大家学会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看见这个事，不，比如今天跟董老师一聊天太高兴了，宇辉咱随便聊，如果有个人他一直在消耗你的能量，第一是把他拉黑，千万不要被人 PUA， 远离破事，远离渣人，要不能得肿瘤，咱们这么想，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肿瘤其实所有的人都会得肿瘤，但是肿瘤呢没有突然发生，都是突然发现，你像比如说我们就讲一个肿瘤，结直肠癌，结直肠癌从最开始一个息肉到最后变成不可收拾的肿瘤，10几年时间，在十几年你哪怕就做一次检测或者是做一次结直肠镜，你就不至于让它不可收拾，所以肿瘤只要发现的早，原位处理掉，这时候就解决了，基因上有证据，影像学上也可以跟上，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终是告别不了肿瘤的，但是我们可以告别中晚期的肿瘤。哎，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所以所有的像罕见病、遗传病，前不久蔡磊老师不也在吗？你就像类似这样的罕见病，其实宇辉有一个常识，这个就是再讲一个点，罕见病人是什么人生的？正常人。对，这是非常关键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罕见病人，你可能很难有后代，所以罕见病人都是打引号的看似正常的人生的，我们两个人都有基因缺陷的，我有7个，啊，重要的是我的另一半他不能跟我正好碰上，这是个概率嘛？假定我们人类有22000个基因，您跟您夫人两边的基因不要碰到一起去，这就是孟德尔，他刚好能碰上，这个概率就大了去了。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应该是在婚前孕前做一次这样的检查，产前做一次检查，本来我们现在生孩子越生越少，一定要去尽可能的生一个，少生优生，他这个起跑线应该是还在液体的时候，就在精卵的时候，大家应该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我想这个就是防大于治，对肿瘤对罕见病都是这样子。对，我之前看过一个消息，就是自然界中几乎找不到就是天生不会得癌症的物种，是这样吗？应该，哎，你这加了几乎以后，这就很准确。生命科学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这是颠覆不破。就我们这行也有话说的，非常谨慎的用了几乎，非常准确。再排嘛，很科学语言。你比如说有几个物种的确很少得癌症，有一个很丑，老鼠是吧？那裸鼹鼠，裸鼹鼠就是很多人说都要有眼睛，没有光为什么要有眼睛？
有眼睛就意味着要消耗能量，眼睛是中脑了，眼睛是大脑的一部分。对，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来自于意，意是大脑，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大脑在外界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光，我就不要长眼睛。所以很多深海的鱼没有眼睛，它没有光。深海的鱼长得有些很丑，因为谁也看不见。但它丑别人，它不丑自己啊。它都很丑。我嘴大就行，对吧？我关键我这一口能捞多少虾进来。至于说我长得好不好看，反正都看不见。对。但是呢，像裸鼹鼠这样的一些物种呢，虽然在地里面，就是在它有漫长的这种道，每天就跑来跑去，它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触毛，就感知我到底走到哪儿了。嗅觉很灵敏，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它有一点点光，就类似于咱们开天眼这个位置，就所谓的光能透过松果体要照它，这是管它睡觉的啊。就是我们人归根结底不是人定胜天，人定顺天。我们在地球上就是24小时节律，所以推荐大家好好睡觉，好好睡觉，一定要好好睡觉啊。裸鼹鼠都要好好睡觉，如果你不让它好好睡觉，它闹你。但是这个物种最牛的本事就是几乎不得癌症。那我们提到了这个好好睡觉，您刚提到这个物种，它真的是有可能不得癌症的。对，但这个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改变人的基因？现在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所有的医疗行为都是要平衡风险和收益，这种技术在改的时候可能会引起新的问题，按了葫芦起了瓢。咱们看各种好莱坞大片，看来看去，明明一个完美的设计，它为什么最后错了？百密一疏啊！哎，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时1993年斯皮尔伯格拍这个《侏罗纪公园》的时候，当时有一幕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触。它里面放的都是母恐龙。都是母恐龙，对吧？那为什么最后它还能繁殖？两个问题，第一个，很多母恐龙它能孤雌生殖。就有一种现在在印度尼西亚科摩多岛上有一种大蜥蜴，叫科摩多龙，自己就可以生孩子，啊，甚至有一些雌雄同体，哎，就是它的性别还会变，所以这就是说，他讲了生物学家了解了99%的问题，还有百分之的例外他没算到，所以一些很多的这种科幻片，它其实恰恰讲出了生命的一个本质，生命唯一不例外的是例外，充满了意外，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就像大肠杆菌。我们今天是干不掉大肠杆菌的。对，我们人类曾经短暂的赢过几个病毒，天花。1979年，我们告别了人天花。对，猴痘又来了吧？猴痘其实是猴天花，对，其实很近的。那当然，我们对抗了 SARS， 对抗了，比如说 MERS， 刚刚告别了新冠，已经不是大流行了。但是这只是病毒，细菌我们没有赢过。大肠杆菌，你可以说，哎，1929年弗莱明不是发明了青霉素吗？后来不有链霉素吗？头孢啊，这个大量的这些抗生素都出来了。你知道最厉害的抗生素调到1000倍的浓度，大肠杆菌要想从完全不耐药到能突破1000倍的浓度要花多久？很短的时间，几十个小时。我天，你觉得他们抗药性极强，就是说我投100万个大肠杆菌被你杀死了，比如说99%，但是剩那1%开始扩，然后你再加浓度，我再死，再加浓度再死，到了1000倍以后完了，它变成全耐药了。所以抗生素要换着吃，抗生素必须要换着吃，而且要用够量。比如说治肺炎，很多人说，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肺炎嘛，肺炎一部分是病毒，还有好多是因为病毒引起，但是后你的定植细菌开始感染。很多白肺为什么最后治的不对，其实应该用抗生素，那个时候真的是细菌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讲，内科当中真正能痊愈的病，肺炎是一个，很少有几个病能痊愈，肺炎是一个。但是很多的时候肺炎确实是要用药时间够的，比如说说10天，那就得用10天。也很多人比如用5天，哎，我不发烧了，我也好像没事了，我把药停了，会怎么样？反复了，哎，他那些耐药菌开始成，这时候你再用同样的抗生素它没有用 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要防止抗生素滥用，一方面要觉得你不能是临时抱佛脚，用的时候吃2个，不用的时候就拉倒。所以这个过程中也很有趣。在这里就再补充一个知识啊，如何科学的拒酒，不是劝酒，是拒酒。一般喝酒不行，咱一般比如劝你，你用什么理由？一般劝我开车呢。我给你找个代驾。我扫自行车。自行车没法代驾。我找个人带着你啊，备孕呢。对啊，对，备孕呢。哎，备孕吧，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我确实在西安，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最好的借口。一桌上都是你的粉丝啊，大家都在说。你是潼关人是吧？对，然后他们都说你是西安人，我说不可能，人家是出肉夹馍的，肯定不是你这出羊肉泡馍的，还是区别挺大的吧？对，他们当时就聊了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这个理由呢，你知道在东北他们会怎么说吗？在东北他们会说，哎，我们哪个孩儿不是酒精孩儿？哎呦，都是我爹当年喝多了就有了我，
所以他当然我先说哈、哎，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志们很厉害啊，都直接答出来。你看，手拿头孢，我吃头孢了，很牛。一定不能简单的说吃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有很多种。对，只有头孢叫贝塔内酰胺类的抗生素是不能。这个时候喝酒会产生双球轮反应。你说我吃阿奇呢？不行。阿奇霉素不行，因为它红霉素类的，这个东西它跟酒精不产生反应，所以。你看，还有叫手拿抗生素的，这其实同志们都很强。再让我喝，我先吃一个，好吧？所以呢，我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啊、其实很悲催，就是抗生素的故事。你有一个接待推不掉，今天晚上必喝酒。嗯嗯。然后呢，知道今晚上必喝酒，但是前一天呢，跟你一样，可能嗓子讲太多了，我得吃一点去让嗓子舒服一点。那怎么办呢？不能吃头孢，可以吃阿奇，吃阿奇就等着去喝酒。阿奇的特点是引起胃肠道反应，会造成腹泻。嗯，所以吃完三天阿奇开始腹泻，没办法又开始吃氟派酸，就是诺氟沙星，我也再用它来治腹泻。等到自己治到不腹泻的时候，嗓子又开始疼了。所以，与其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说一句：那为什么一开始要喝酒呢？对，其实宇辉，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我刚才从你这个路上一路过来看，你们有很多的咖啡，有很多的茶。嗯，咖啡是什么？咖啡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好？它是人类法律允许合法销售的兴奋剂。对，糖也可以这么理解，糖更多的更像一种让你开心、嗯、咖啡会让你很高兴、嗯、茶也是这个样子。对，酒是合法销售的致幻剂。对，我们人有时候还是需要致幻一下的。对，都活得那么清醒，如果只有科学，别看我们是研究科学的，只有科学很多问题是研究不出来的。嗯，我能举出特别多的例子，比如说、很多人就像刚才有朋友问那个干细胞，2006年，京东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山东申尼，他就是想把我们人的细胞是这样子，我们从受精卵开始，嗯，一点点的就变成了一个人，嗯，你的干细胞的它这分化的全能性就在逐渐的下降，开始是全能干，嗯，然后是多能干，嗯，然后是寡能干，然后是专能干，嗯，最后变成不能干，嗯，不能干就是周末细胞，对，那他想干什么呢？这个不能干的这个周末细胞，我能不能通过诱导，给他的这个时间那个表调回去？变成多能干，甚至是全能干，嗯，这就是2012年的诺贝尔奖，就山东申尼，他就在做这个，他选了四种因子，这四个因子呢叫山中因子，原来加 A 不变，加 B 不变，加 C 不变 ，A 加 B 不变 ，A 加 C 不变，这个天喝多了 ，A B C D 咵加进去了，变了，啊，所以现在变了，所以就是说，你去问他这个，不知道这是野史或怎么样，但是如果不喝酒。他可能也不会想这个实验我不做了，我都加进去。但是恰恰四个因子都存在的时候，这个细胞产生了它的一个变化。嗯，我们在科学史上，因为你知道，真正颠覆性的创新是设计不出来的。对，它只能是从创新是乱中生有。对，创新不是无中生有，所以一定要很乱的时候，啪把它蹦出来。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的时候人类稍微置换一下，让自己处于一个跟好像神驰物外的状态。也可能是一种心流的状态，对，打破规则了可能。我以前有几段在最开始接待老外，嗯，他们觉得说，尹哥你有个本事，说啥？说你酒喝的一多，你这个英语就溜。哎，通常都是因为人内心克服恐惧了。哎，克服恐惧，或者说呢，其实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几岁学的英语？上高中，你上初中，初中学语，咱们都一样嘛。对。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不是人这一生学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同样的时间有同样的效果的。嗯嗯，比如说语言，最好的时间是六岁以前。对，2到6岁。2到6岁这个时候，你学完以后，我们最后不是做这个功能核磁能看到，你的讲英语和讲汉语用的一个脑区，嗯，你不用切。嗯，而我呢，跟你一样，都是初中学英语。初中学完以后呢，我上次专门去这个复旦大学，他那个脑科学拿个核磁给我看，然后给我看汉语。英语、汉语，完了就看我两个脑区，最后发现尹老师你在两个脑区，所以我们要翻译，就听完以后我得先翻译一下，所以我们就讲不了那么好，尽管也能讲，但是就不像一开始就这么去学的。我之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在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喝了酒精以后，酒精让你一些脑中的唾沫结构解耦了，就把一些给你关闭掉了，就你说的克服了恐惧，嗯，这个时候反而讲的就很流畅了。突然，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稍微凡尔赛一下。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汉语太好，以至于我影响了我学其他的语言。我老觉得其他的语言表现不出来我要讲的这个话。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希望大家如果特别是教孩子小的时候多学几种。这个从语言上来说也确实是合理的。嗯，因为现代英语产生的时间很短。是很短。嗯，其实
你跟于老师都是教英语教了很多的很多年的，英语是属于整个西方语系当中特别简单的一种语言，对，它比德语它比法语真的是简单太多了，以至于这个我们当时在很多欧洲啊，有的时候招这个员工，你觉得招什么地方员工最好？我们当时特别喜欢招比利时人，比利时北区的他会荷兰语，靠南东靠南这两边他德语法语，对，自己还会英语，所以他基本上就四五个语言，然后问你怎么会这么多语言，他很小他就会，所以我们鼓励呢，在孩子非常小的时候要带他去游历。对，我现在就特别建议，要不去博物馆，要不去大自然，生命如此美妙，我们却知之甚少。第一本书我给大家讲到的更多是兴趣，第二本书《生命面二》，我给大家讲的其实就是觉知，就是你要从兴趣转向觉知，让孩子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比如说，我家孩子当年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寻思半天都没答出来。《西游记》里面，车迟国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大仙记得吧？对，那个不是还撒泡尿他们去圣水那一幕嘛？我家孩子就问：“哎，虎力怎么不吃鹿力和羊力呢？”我这种读了这种《西游记》读了这么多年，就没想到他会这么问问题。完了，我家女儿看我下不来台了，爸爸，我好像弄明白了啊，他们三个是朋友，就帮着爹把这个台下了。对，所以这个过程中你要带他去自然界看，你才会知道哦，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真的把亚洲象和非洲象摆到一起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两个象的差别是极大的，对，特别大。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没有太多的时候能带孩子去自然，其实夏天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夏天尤其在下完雨之后，家里面周围只要有一个都不用是大山小山或者是一个公园，夜观去，带一个头灯，因为这个时候虫子都出来了，然后你会带着夜观，也会看到很多的，比如说青蛙呀、甚至蜥蜴啊，南方可能会看到蛇，都在这个时候会出去，那个时候他会对这个生命就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觉知性，对，所以从了兴趣就到了觉知，有了觉知以后，他就有了自己一个内心的一个冲动，我要去学习。我们现在心理学的实验证明，外部刺激，比如说咱一场直播给多少钱，这对所有人都有用，但是他不会，它会造成的一种多巴胺的问题，就跟赌博一样，要越赌越大。只有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才会持续的向下去产生内啡肽的这样一个激励。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孩子从兴趣到觉知，从觉知到自发的爱上生命科学。上个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对，这个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所以各位，如果你要问我报什么专业，选生命科学没错的，因为不管你哪干哪个行业，它最终不是都是解决人的问题吗？要不就是少得病，要不就是长命百岁。大家现在很担心的，比如说发量不够啊，比如说希望能够更美啊，它都是生命科学的范畴。对，那我们刚才还聊到了，您刚聊到的这个睡眠，说那个老鼠它不太容易得癌症，充分的睡眠。如果说睡眠很差，然后常年得不到特别好的调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有几个办法啊。第一个要区别你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的。我们说两个问题啊，第一部分很差是因为他心里始终有一个坎儿，他没有过去，有可能就是高考，比如说高考之后才紧张了，心里紧张，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是病理性的，不用说他要先治，那有些一定要先治到一定的状态再调为生理性调节。我们就讲生理性调节有三个办法，比较简单。第一个，努力的找一个负氧离子高的地方睡觉，太多这样的地方了，比如说张家界，比如说反正只要你能选择这种大森林里面，就在那里面睡，你还睡两三个小时，即使就两三个小时，但是因为你的含氧量不一样，你会感觉这个人会换心一样，会换心，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北京在有几年雾霾特别重嘛，很多人老人慢阻肺，孩子天天哮喘或者是其他过敏，我说特别简单，你去到三亚去住一个月回来就好了，但是环境使然，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第二个方式要让自己特别累一下，就累到已经爬不动了，让自己身体特别需要一次重启。还有最后一个方法，努力去整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开始学，那基本就是高中数学啊，高中数学就不行了。对啊，我们人类的智商是停留在高三的是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一天，我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睡不好，因为现在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会写的这个瘟疫传，就是这个生命面三呢，过去年抗疫我没怎么闲着，我特别感谢于老师和新东方，当时我们董事长王健去武汉去支持的时候，于老师捐了好像2000万来去帮助武汉抗疫，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在这里特别感谢于老师啊。
因为那几年呢，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国内去帮忙，在全世界我们都帮大家建火眼实验室，然后每天其实都要干到很晚，然后就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就写了这本瘟疫传，就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瘟疫都在这个书里了，从天花到鼠疫到埃博拉到 SARS 到新冠，到这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人类一半的死亡其实都是因为细菌引起的，我们所有的战争加在一起还不如这里面比如老大老二这个鼠疫或者天花引起的多，对，而且这个疾病从长期来看，你比如说文艺复兴，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没有鼠疫可能也未必会文艺复兴，就是因为黑死病让欧洲人惶恐，然后从宗教的这种坚定不移中清醒了吧，突然就出来了，开始关注自然、就刚才我给了您一张邮票，那是哥白尼，哥白尼如果他诞辰550年，哥白尼是1543年，他是最后一年，最后一年最后一刻终于他写出了第一本生命密码，对，日心说嘛，对，天球运行论，但是他没有因此这个受到惩罚，而是替他宣扬的人受到了，布鲁诺被放火烧死。所以就从那一刻我们知道了地球原来不是都不是宇宙，都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但是就从那一刻大家开始把他的注意力去理解这种外层空间了，对，同一年还有一个哥们叫维萨里，1543年、他是一个医生，就是因为黑死病看到了大量的尸体开始解剖，然后慢慢的因为盖伦以前不让解剖人体，他是第一次把解剖人体这个事情做成了教科书，写出了叫人体结构，我们有一个日本的漫画叫进击的巨人，里面那个造型都是从那个里面带过来的，都是1543年，所以那一年真的是一个科学的奇迹之年，从文艺复兴开始转向科技革命，所以在那一刻以后你会发现要不就是物理在进步，要不就是生命在进步，对，再往下伽利略出来了1578年，李时珍在那一年写完了本草纲目，大家就以此类推，那边你做化学，这边他做物种起源，这边开始统一啊、比如说电磁理论呢、爱因斯坦呢，这边开始研究基因呢、DNA 啊，到双螺旋结构，今年刚好是 DNA 双螺旋结构70年，1953年，对，就这个时候，所以就从那个以后你看起来 DNA 双螺旋结构就跟咱那麻花似的，这都有什么了不起吗，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事儿，那我今天可能至少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啥，因为我们研究了20多年基因了嘛，当然研究到今天呢我还是觉得对基因一无所知，所以就写了这本书叫了不起的基因，实际上你可能会问我生命密码一二三，生命密码一其实我希望让大家有兴趣，生命密码二我希望让大家有觉知，生命密码三我希望让大家有敬畏，这个地球不是人说了算，对，我们要跟微生物一起共享这个蓝色星球，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不能没有地球，对，但是这三本书呢有一个突然就是有几天大家说还是有点入门比较费劲，你能不能写一个小薄册子，来讲一讲，就是我就想看一本小书我就能够很快的去学习基因，就写了这本叫了不起的基因，我这真不是夸他啊，基因真的了不起，我做了20多年了，研究了半天，最后就还是觉得一无所知，因为你知道了越多不知道了就更多了，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如说在小学4-5年级的时候我建议他就可以看生命密码一了，到初中的时候可以看生命密码二，这两本初中如果能看完我觉得啊，至少他对生物科学的框架就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其实这三本书是可以连着先后看的，因为刚才您老师说第一本主要是兴趣，既然是兴趣它其实就是从一些非常常见的话题开始讨论，其实这个是二这个是三，对对，这都讨论了很多，比如说是什么基因让原本食肉的熊猫引号啊堕落成了以竹为食的萌宠，对对，熊猫呢大家千万小心哈，如果野外看到熊猫一定别去惹它，那个东西瞬间它在山里面可以跑60公里时速，人类最快的博尔特就40几公里，对，而且熊猫轻松的就把你胳膊就拆了，所以不要看得很萌，那个东西食肉目的，人家亲戚都是熊，只不过熊猫在最近最后一次推测很多北方的动物来了，比它个大打不过它就一慢慢退，推到山里，哎，有竹子，然后它里面是用了肠道菌群，就像我们人类现在要补益生菌，它补了一种叫纤毛虫，这个纤毛虫可以帮助它把竹子的这种长链的纤维素变成糖，但是熊猫这时候余晖就可以讲个梗了，吃素是不能减肥的，对，熊猫整天吃素呢，第二个问题，熊猫想拍彩照怎么办，他想拍彩照拍不了吧，他吐个可以吧，所以我当时答完了这个以后他们又开始说还有这个这样也行，看眼皮还有哪天熊猫想不通了拿个刀，熊猫血还是红的，对，捅自己一下，
所以这其实这个很搞笑的就是在于大家看到熊猫的这种憨态可掬，别忘了啊，熊猫人家也是叫酒肉和尚的。嗯，有一个片子拍到我特别害怕，那个熊猫啊就是会内力。嗯，它那个四川有一个大竹县，就是竹子的竹，它那个竹子能做桶，嗯，那竹节特别粗，那个熊猫到那个竹子上拿那两个大那个两个爪这样咚咚咚撞，我说干嘛呢，竹鼠在里面被震晕了啊，然后它进去把竹鼠掏出来吃了。哎呦，熊猫可以干这个！哎，百里乾隆就是用内力就把这个竹鼠就给杀了，隔山打鼠呀，隔山打鼠。所以我就觉得很厉害。然后给熊猫酒，它喝，它真的会喝酒。所以熊猫有个外号叫“酒肉和尚”。所以这个书就是兴趣。第一本书当然了，急功近利的讲，也想能好好卖嘛，所以就是让大家多鼓励鼓励你，看看这个书是蛮有意思的。再比如说这个里面讲了猫和狗，很多人就问我说养猫好养狗好？根据目前已知的科研文献，养狗。在关键上能救你，嗯，比如说今天早上你该起来没起来，狗真的会这样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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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怎么了？起来起来起来，它因为有生活习惯对吧？猫不屌你，猫就走了，猫继续该干啥干啥。所以有人说，其实猫今天人类也没有驯化的，猫只是跟你共享一个生活环境。赫拉利不也那样写吗？对，就是它很高，它觉得猫没有放弃，今天猫都没有彻底被驯化。你看猫今天如果看到比它小的东西，它会直接还是上去直接就。咬住，嗯，啊，就狠狠地抓住它，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野性的食肉目猫科的这一个本事。对，它之所以不扑你是为什么？你比它大，嗯。狗基本上就是彻底被你驯化了，因为狗对人的这种谄媚，你自己都能看得出来。对，它彻底在讨好你，在讨好你。嗯、而且有人就问我，养大狗好，养小狗好？小狗不稳定，嗯。你在街上遛狗的时候注意过吗？小狗经常没事就好斗，好斗，嗯，小。其他个都比它大，嗯，所以能叫的狗往往都不行。真正大的拉布拉多，人家真要动手，你一抓就给你致命了。嗯，所以就是说，有条件的养大狗其实更危险，小狗还更愿意咬人啊。而且就是按照现在驯化的时间来看，狗陪伴人的时间更长，所以其实狗生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来说，它携带的细菌其实人是有免疫效果的。对，这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打疫苗啊。不管养猫养狗，而且遛狗一定要牵绳啊。还有一点，作为铲屎官。啊，其实你只是宠物的这十几年，对，就是，但是你对宠物来讲，你是它的一辈子，对，它只是你的十几年，它只是你的十几年，你是它的一辈子，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呢，人类有的时候保护这个动物，保护那个动物，我们先孝敬父母，嗯，然后再照顾好家人，嗯，然后如果养宠物就好好去对它，这个我觉得还是莫看人对己，且看人对人，我们对外物的态度会让这个民族的道德性会变强。所以这里面就写了很多猫和狗这个一些对应的故事，这头还写了被狗咬了怎么办。其实之前我们还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科普过一次，第一次做出狂犬疫苗的那个人是谁，评论区大家可以回答一下。我们直平常直播的时候整天不好好卖菜，就给大家说八道讲了很多应该的、啊、应该是对，他们还在这个评论区啊，举手快举手，大家考试来，第一个做出狂犬疫苗是谁？法国著名科学家在1885年研究出了狂犬疫苗，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什么什么什么白喉啊，这疫苗都是根据这个出来的啊。而且这个人呢，直到现在像啤酒呀、鲜奶啊，很多的这个灭菌还是用他的功能。哎，对，嗯、你看评论区回答出来。哎，对，其实我们这个水平上对，确实是巴斯德。历史上有三个人啊、应该说贡献很大。我们倒着讲，1953年 ，James Watson Crick 发现双螺旋。沃森还老先生还在，今年96岁，95岁、96岁，这个很了不起。当然，离我们这个直播间最近的还有一位老先生，大神还在。嗯。杨振宁，对，101岁，再往前算就是弗莱明、嗯、发明了，就发现了盘尼西林，青霉素的，青霉素，1928-29年，这是他那时候做的。嗯、再往前说就是巴斯德，1885年，这三个人实际上我认为是对至少人类的寿命大幅度延长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个搞定了疫苗，一个搞定了抗生素，一个搞定了基因检测，就让大家知道了生命的密码。嗯、对，昨天我跟这个凯文凯利，嗯 ，KK。正好在一个也是一个连线直播，我在问他对人类历史你认为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是谁，他跟我讲他认为是弗莱明，他认为抗生素的贡献可能更大，但是抗生素我的观点是他还毕竟是个双刃剑，因为你存在滥用的可能，对，所以在我来看疫苗现在是最重要的，就至少我们比如告别天花是因为有疫苗的一个作用。嗯，你们还会考这样的问题，太好了。啥都考，啥都考。白居易几套房一共买过，他们也知道。白居易几套房一共买过3次，哎呦，是吧？九江买过一套吗？
他在那儿不能算，他去那儿是政府提供房的。琵琶行那天晚上到底谁买的单？这个问题有待讨论，有待讨论。对，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想，这个白居易这个也是至少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很多人在讨论所谓文脉永生，这也是生命科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对，意识上传嘛。其实不管是屈原，不管是李白，不管是苏轼还是白居易，你想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贡献。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床前明月光。嗯，我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就是屈子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春秋，功名利禄若长久，汉水亦当西北流。就是于老师和包括宇辉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也许这种影响要在更长的历史维度才能去看见。我也希望在生命科学里面能做一点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这里头其实还讨论一些非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牛奶，我的泻药。很多人喝牛奶，就是尤其老年人，他就是容易肚子胀气、难受、腹泻。对。然后呢，但是大家也知道，比如说像在这个苏格兰，其实大部分人他对牛奶是没有什么反应的。对对对，是这样啊。然后后来，所以这里头就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否正确。我以前看的很多人就说，就是因为他们驯化的牛比较早，喝牛奶比较早，所以身体适应了。对，是你讲的非常对。就是说，首先牛奶肯定是给牛喝的，给小牛喝的。对，牛奶喝什么？牛喝什么啊？奶牛喝什么？奶牛喝水啊。啊，对，聪明。我问了好多人，奶牛喝牛奶，然后小牛也喝奶牛的奶。第二个，奶牛有没有公的？奶牛没有吧？奶牛就是一个名称，所以奶牛是有公的 你意思产奶的啊？产奶的就是母奶牛，但它也有公奶牛，那肯定的。所以它只是叫奶牛，要不然咋繁殖？对，是这样子。所以呢，人如果能喝到牛奶，因为那是个很便宜的蛋白质来源。因为我们没有种大豆以前，你要想吃这种蛋白，你要怎么办？要杀动物。对，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驯化嘛，就是采猎和手机年代的时候，你要能先喝牛奶，你很厉害。有一部分人因为基因突变了。变得他对乳糖耐受了，剩下的叫乳糖不耐受，他就获得了这个生态的优势。你好理解吗？大家都快饿死了，你养头牛，他养头牛，他弄个牛只能杀的时候，而他弄的牛变成可持续发展了，他一直可以喝牛奶。所以拥有这个对牛奶适应基因的这个群体就开始繁衍了。我们有的时候管它叫比如说基因漂变，类似的意思，就是这个基因突然取得了优势，然后又在生态竞争当中它突然就赢了，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呢，确实如你所说的，欧洲有非常多包括中亚有些群体，他喝这个牛奶实际上他是耐受的。对，我就不耐受。而且人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小的时候都耐受，不然喝妈妈奶不就泻肚了吗？对。但是随着你年龄的成长，喝奶越来越少，同时基因也会有变化，他把那个基因关了。不然的话，你想以前如果特别饿的时候，成年的男性是有可能去跟孩子抢奶的，对吗？假如都吃不到饭了，那女性有奶，那我先把孩子抱到一边，所以他让成年的男子应该腹泻，让你喝奶会产生这个，所以基因是很聪明，所以身体在调整，人类实际上是会这个去调整和变化的，所以才有舒化奶。什么是舒化奶？就是他把乳糖直接变成半乳糖，因为乳糖是一个二糖，它要随解一步，它要一部分一半也要变成半乳糖，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问题了。对，还有一部分肠道菌群也能够帮助去降解乳糖，所以今天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多用一点奶制品，奶制品很多了，您带的牛奶、酸奶、奶酪，因为就像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好一些呢？因为牛奶它这个速度太快了，直接液体过去，在十二指肠的时候一旦不耐受，它马上就开始细胞大量的渗透下出水，你就腹泻了。对，如果奶酪它是比较干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享受到其中的钙、其中的优质蛋白，但是它会不会让你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冲过去，所以这是可以的。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俩刚才聊过的山东男子高了，其实这个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平均男子身高现在都在1.75-1.76米，都这个水平了。其实就是营养，日本就是说用牛奶，对，把我们原来有的时候讲不好听，叫小日本，是说他们矮，现在他也高了。你看现在这个天团这几个他们做这个娱乐圈的也都很高，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知识，大家知道，比如说在欧洲北欧荷兰人平均身高，大家知道男性都快1.9米了，但实际是在100年前他们的身高大概也就1.6米左右，是这样子，也就1.6米啊。如果大家今天要去湖北，我这是很诧异的，去辛亥革命博物馆，我当时看辛亥革命博物馆，我说这人都这么高吗？他的墙上还有李四光，他们都是参与那个起义了。后来查了，当时的身高就是1.51米，就那个时候就是平均身高，今天也都1.7米了。所以就是人类还真的就是越来越高了，还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强壮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道德配没配得上，这其实我们很担心的。就物质一直都在向前发展，但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其实还是要能够同步跟得上的。这也是说科学其实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文也很重要。这里头的讨论的话题我相信很多孩子会非常的喜欢，因为他就从一些现实生活的问题去出发了。然后呢，其实这里面这本是我这次刚刚拿到的，就出了一个新书，叫做从人的父母。实际上做从人父母呢，就是很多人说，尹老师，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我跟这个毛思斌老师做过一个访谈，就讲教育的事儿，我其实是非常非常讨厌我们现在的这种卷，这个卷很受不了，所以这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宇辉，我不知道，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孩子能像你的父母对你这样吗？我觉得甚至会比我的父母更宽容。宽容很重要。宽容的前提是在于你真的要去努力的去接纳。对，即使你不能够去接纳花开，也不要去拔苗助长。对，这点很重要。我也是被夸大的孩子。我妈就我父母爹从来没打过我，妈打过我两次。因为就打过两次，所以就记住了。除此之外，你干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就让我有了很多很多的自信。其实，大家可能听过宇辉很多的故事，可能一部分人也听过我的故事。我是在丹东长大的，也是个五线城市嘛。很多人可能觉得你们俩今天好像都成功了，有名有利。其实我们特别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走到今天的？宇辉前不久在央视的那个，我看了很多，特别讲到了这种坚持，这种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我其实觉得我们很像，大家都能够从一个五线城市一个穷小子，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地位？重要的不是评点我今天怎么样，而是思考这个过程有没有一点您能参照的。对，那就是这个里面真正的意义。我的父母其实就在这个书里，我说我的父母其实对我的这种教育，我未必说我就能够都在我的孩子去复刻一套。很多人也说你孩子会比你优秀吗？首先他没有必要成为我。啊，牛奶嘛，来，这是、这是真选的牛奶吗？不是，他可能就是拿起来让你、看你想不想喝啊。我，那行，我可以先放在这儿啊。对，一骑红尘妃子笑。对，无人知是荔枝兰，这个好像就叫做妃子笑、是吧？这就是妃子笑。您可以吃一点，边吃边聊。我一般吃很多都是吃小番茄，今天突然换荔枝了，鸟枪换炮。大家在听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真是知识量太大了，一看就是长期而且大量的阅读啊。我们先聊一会儿营业老师这些书，然后一会儿聊完这些书了之后，再可以聊一聊营业老师他自己平常读书的习惯呀，他的一些自己工作里头的一些经验再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营业老师的这个访谈的人都会发现，就是太经典了，而且他对中文的这个表达和驾驭能力真的炉火纯青啊。其实我们俩都在互相吹捧了，我看过宇辉几段特别对我来讲是内心深层次的感觉。因为南怀瑾讲过一段话，就是说我们对语言一旦熟悉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文字般若，就是般若，他说这是智慧。也就是说你对这个语言的驾驭，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工具了，它能够代表你自己意识一种心流。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蛮有意思的实验，就是你做过脑电吗？没有。脑电实际上是说我们这么举例，比如说在一个足球场，一个人喊听不见，所有人一起唱啊利啊利啊利，你就能听到了吧？对，这是脑电。但是现在又可以深一步的来测脑磁。我们平时测不到脑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地磁比脑磁高一万倍。它的背景太高了，就影响了。所以假定我们这个屋子做成一个零磁空间，我们就可以测脑磁了，然后你就会有磁场。上次我测了一下，我的磁场确实把纵坐标给超过去了。在苏州工业院，姚老师那测，他说你这个人磁场很强。我后来就在讨论气场和磁场到底是什么关系。换言之，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叫心流。对，就是突然遇到了一个能聊天聊得特别嗨的朋友，大家在讨论一个事情，连时间都忘了，就是时间相对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想不管是于老师或者是宇辉，他们在很多大家能看到的演讲，我能看得出来那是没有准备的。但是他能够这么去表达，他的背后可能已经有了整整一屋子的书作为一个积淀。我希望大家在讨论自己为什么没质变的前提的时候，先想想自己的量够不够。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啊，非常简单的老话，但是说得很清楚。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是让孩子有兴趣，第二个是让孩子觉醒。您觉得这本书里头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里面咱们就有，其实里面都会有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叫“漂洋过海来辣你”。嗯，比如说你爱吃川菜吗？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吃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川菜，四川人吃辣椒吃了几千年，你觉得对吗？不是，辣子是明朝末年来的，对，所以、啊、花椒可能早。哎，你这个非常精准，我就喜欢跟这样的聊。明朝276年，清朝267年，就假定在明朝初期就已经有辣椒了，到今天就是60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吃辣椒，但是如果看很多地方的县志，其实辣椒和玉米的种植都是到清朝初期才有，才开始有。嗯、它还是在后期的，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后，已经传到欧洲了。因为辣椒原产实际是在安第斯山，对，在整个的中美区的。所以就是说，辣这个东西为什么今天变成了我们城市生活的主流？因为它能给人快乐。为什么会给人快乐？因为提取辣椒素的时候，人会分泌一个东西叫内啡肽，非常精准。嗯，就是辣其实不是味觉，它是痛觉。辣是痛觉，所以手会疼。你看，你把盐和醋放在手上，手就不疼。所以插一个广告了，为什么四川很多重庆吃的油火锅里面，就吃这个辣油火锅里面，它一定是要加麻油的，要对冲一下。因为一旦辣到了，喝水没用，嗯，要喝油啊，要把那个辣素给吐下去。所以它那个里面转一转，实际是把辣椒素。所以它是脂溶性的，哎，它是脂溶性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种五味，原来是酸甜苦辣咸，现在是加了一个鲜，哎，把鲜补进来，就是咱们吃味素的味道，然后把辣踢出去。所以这就是意味着，其实辣，就因为它对一个焦虑的世界，突然给了你一种随时都能让你快乐，因为辣你能让你疼，疼大脑就会奖励你。嗯，我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啊。就大致越吃越爽那种感觉啊，越吃越爽。就是我们在真正在极端的时候，大脑会怎么麻痹你？大脑内啡肽其实就像吗啡一样。嗯，很多人在战场上胳膊被砍掉了，嗯，假定左胳膊被砍掉了，但是因为这仗没打完，他还在挥刀，他右手还在挥刀，嗯、直到他把竞争对手彻底也许就斩于阵前了，嗯，他才被他胳膊掉了。嗯，他为什么有痛感？因为这个时候大脑在把注意力放其他地方，你可能会觉得你火辣辣的很疼，但是你就麻。嗯，所以这就是辣椒给所有人的，为什么今天的川菜能统一掉，好像哪个城市都有很多的酸菜，它是给我们自己内心找到了一种慰藉。对，完了又加上麻又加上辣，这两个东西实际上还是有，只要不过分的去使用，它对整个人体还是非常具有一种怎么说呢，有正气的一个效果。而且很多人说好像吃辣多的人往往更有征服欲，你有这感觉吗？好像我身边有人确实是，比如我自己。好吧，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这个吃辣椒真的会比赛的。嗯，你知道最辣的椒叫魔鬼椒。对对对，这个辣椒呢有一个辣度的测试。我们一般吃的辣椒最不辣的是什么椒？彩椒，就是我们所谓水果椒。对，甚至是甜的。对，但是越往上辣椒就跟狗一样啊，越小的辣椒越辣。对，对，中国比较辣的辣椒，比如说，贵州的那个朝天红，就是这个叫这个遵义红，它是朝天椒，那个基因组是我测的，我还是那个辣椒基因组的通讯作者。哎呦，但是它的辣度也就是在几千左右，但那个已经很辣了。在云南有一种做菜的方法叫涮涮辣，啊，就是这个辣椒汤里涮一下，哎，涮一下就很辣了。但是印度或者是在墨西哥，这些就是种辣椒种的很狠的，有一个辣椒就是属于魔鬼椒这一大类的。叫龙息，就龙在喘气，龙息辣椒，嗯，很少有人可以完整的吃一个，甚至能致死。哦呦，辣度在十几万，嗯，就等于吃这一个辣椒，相当于吃了几百个这种指天椒。嗯，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那好了，你比如说，有一种物种，它吃辣椒没感觉，是什么？猜一下，因为水果就没有痛觉，很多动物吃了以后就会去传播，辣椒也需要去传种子嘛。所以有一种物种就可以做到这个，一大类害虫，是一种脊椎动物。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有五种啊，鱼、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鸟类吧？对，非常好，要给宇辉鼓个掌啊，因为它要传播种子，是吧？就是辣椒恰好选择了一个可以飞得很远的，同时鸟是没有因为辣的痛觉这种神经的。所以你发现辣椒很聪明啊，鸟也很聪明。所以就是说，万物各得其合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他们之间是配合的，互相选择，互相选择。嗯，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生态位，所以辣椒可以长得很红，因为它知道你不敢吃，但是鸟可以吃。
对。而为什么辣椒要选鸟呢？因为鸟飞得远，种子传得远。鸟还没有牙啊，还不至于咬破种子。它可以有很简单的咀嚼，但不会像哺乳动物有磨齿，我们那种后面的食牙，所以辣椒的种子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鸟在飞的过程中会不会大小便？会。对，所以我们车上老有嘛。为什么蓝车上老有便？应该是这个颜色让他感觉，这是一个假说的，说他理解到了一个水面上。嗯啊，所以这个说鸟，我听过这种说法，不知道真假。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一个说法，但是归根结底是在于鸟，因为它要在空气当中，它要飞行，它要对抗重力，所以鸟要一个特别特别高代谢的，就它的能量代谢的这个效率要很高，所以鸟实际上基因组，尽管鸟就是从恐龙变的，对，它的基因组只有一个 G。人是三个 G， 因为基因组越小代谢就越高，第二鸟的体温高，因为它在飞，所以寿命短，寿命相对来讲会很多的鸟类，有一些也很长，但有一些会短。最重要一点是它飞的时候不能带太多的包裹，所以基本上鸟轻装上阵了，哎，它的膀胱它的肠子其实都已经退化到最小的状态，随着就排泄掉了，所以辣椒就这样选择了鸟，这就是漂洋过海来辣你，这属于双向奔赴啊。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故事呢，实际上聊着聊去，大家听啊，原来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会发现，宇辉老师很多的点，他是非常有悟性的。这种悟性不仅仅是在于我炸他那一下，他能不能反应出来，还是对问题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年轻人有没有悟性？哎，他真的是在说的基础上，我这是由心而发，胡说八道呢，由心而发。再比如，咱们找一个哈，比如说。对，爷爷老师找给大家补充，刚才爷爷老师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大脑，其实手疼不疼跟手没关系，是大脑告诉你疼。你发现有时候特别快的这儿把手划破，你一开始是没有反应的，过了几秒啊才开始疼，那是因为大脑告诉你疼，快疼啊。对，再比如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这蝙蝠吧，蝙蝠你像蝙蝠，很多人如果你熟悉这个疾病传播的话，那你会发现最近特别是在过去三四十年，埃博拉包括 SARS 包括 MERS 它跟蝙蝠都有关系，都是明确的证据，就是蝙蝠。对，那为什么蝙蝠自己不得病呢？它体温高。哎，它为什么体温高呢？跟鸟是一样的，为什么？它散热快，会飞。飞，它要高代谢。但蝙蝠也不是一直都高，蝙蝠是飞的时候才高，所以归根结底呢，蝙蝠自己让自己发烧，然后它就可以把病毒烧死，它自己的免疫系统就可以抑制这些病毒的发展，所以蝙蝠既是中毒之王，它又是百毒不侵的。但这个问题就来了，比如说 SARS， 因为我们也做了 SARS 其实后来证据明确的证据就是果子里再往前溯是蝙蝠。那苏轼当时就说雪天牛为里，一千多年前人家能吃果子里，他怎么不得 SARS 呢？那就是说蝙蝠和果子里怎么遇到一起了？我们干扰蝙蝠的生境了，对，破坏它的生态地了。现在大家动不动就探险啊，这个洞咱没上去，咱上去吧。啊，这个洞下去100米，咱们下去吧。搞来搞去，把这些蝙蝠都搞出来了。所以人的活动范围太大了，所以你没给蝙蝠留空间呢。你在无穷的打扰它的领地的时候，实际上你没有想到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对你不利的东西，它的一种保护。澳大利亚前不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论文，我看了以后也很感触啊。它就是说，它会闹一种当地很厉害的这个传染病，这个传染病就是一种食水果的蝙蝠、食花蜜的蝙蝠造成的。后来他们搞清楚了，冬天多给蝙蝠送一点蜜，我给你提供点食物，它就不进城，这个疾病就没了。对，所以这种掰了石头砸了自己脚的事，在我们生命界是比比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人不是地球的主宰，微生物才是，或者说所有的物种在一起，我们共享一个这个生命。你不能，我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你拿着一个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是钉子，这螺丝钉我也锤吗？我们好多科学家真的是这样子，对，因为他就会这个，所以什么都从这儿去出发，这就他要用他的思维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自己说叫没有科技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但是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太可怕了。其实，科学如果能解释地球上所有的事情，也只是身外之物。我们内心的意识和基因还是需要不断的用人文的修养来去逐渐的去打磨它，对，让我们学会跟万事万物能够学到一个公允和平等。刚才讲到这里，给大家其实补充一些，我不知道我看是否对啊，说人类现在已经掌握的细菌大概是病毒大概260多种，人际传播的病毒，就是有一个名录，叫人间传播传染病，差不多是这样，260多种、哎。但这个预计啊，科学家预计可能只是占整个自然界病毒的不到1%。
这个可能连1%都没有，因为病毒太复杂。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对于野味的这种探索啊，或者爱好啊，是非常危险的。你要知道，人类为啥这几千年来一直要吃驯化了的家养的动物，就是因为怕死。啊、对，实际上已经给你提供了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咱们就不要再去吃穿山甲了。嗯，而且吃穿山甲你都很滑稽，吃穿山甲通乳，为啥？因为它穿山，所以就通乳。嗯。当时说这个蚂蚁能够壮阳，为什么它这么小能聚集很多呢？所以它壮阳。所以有的时候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也很郁闷。所以这样的一些故事就是等于我们所谓的以形补形，这是不靠谱的。嗯，我都已经可以吃点这个东西完全就可以了，再不行补点鱼，吃点鱼。其实我还是比较鼓励大家多吃点白肉的。对啊，我们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一条腿的不如没腿的、一条腿的是啥？蘑菇嘛，哎，真菌嘛，你看，就喜欢和聪明人聊天，特别棒啊！再比如说呢，就像咱们就说啊，这个你比如说这几年大火的这个肠道菌群，嗯嗯，你吃两条腿，吃四条腿，吃没腿的，它菌群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人类越来越多的会发现，你是一个和微生物的一个共生体。嗯，比如说宇辉，我们人眼的分辨率只有70微米，嗯，70微米就意味着我只要分辨率低于70微米，我都看不见。所以我们能看到最大的细胞是卵子，100微米吧，它是人体最大的细胞。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眼睛为什么不能够再细一点，比如说能不能到10微米啊，那可能麻烦了。你咱俩看，哇塞，这全是细菌呢、啊、再近一点都变性了，全是病毒啊。甚至很多女生在跟我聊说，这个尹老师你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我说可见光范围内你看的是挺好的，可见光范围。那你说咱们要是 X 光一看，哇，红眼也是枯骨，哇，白骨精，咱们就没法玩了。对，所以归根结底呢，眼见为实不是真的。嗯嗯，对，眼见为实是元宇宙，你看到的其实是极少数，是想让你看到。嗯嗯，否则的话就麻烦了。你想，我们大脑的本质不是记住，而是忘记，忘记。所以眼睛最重要的是只让你看到能看到的东西。我的眼睛只有你。不然真的就麻烦了，累死了，大脑记不住这么多东西，是个照片你就拍，你还受得了吗？手机也受不了，更不用说眼睛。有一个说法说，人哪怕静坐着什么都不做30秒呢，你大脑处理的信息就比哈勃望远镜据说3年处理都要多了。因为人这种处理方式它的效率还很非常的高。你比如说你说 AlphaGo 是厉害， AlphaGo 那几十万的功率的电，那几百万的服务器在支撑的，咱俩就是充其量就是吃个蓝莓吧，吃俩蓝莓，吃你吃吗？你吃，我吃车厘子。嗯，对，嗯，对，我们都吃蔷薇科的。嗯，你看，这个鲁迅当时在仙台，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福建野生的芦荟，疫情到北京，变美其名曰龙舌兰，放到温室里，对吧？嗯，明明是野生的樱桃，一到了治理就美其名曰为车厘子，并被请到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吃一个。跟营业老师聊天，你就发现你的大脑积极兴奋活跃，因为全是知识点的刺激。然后呢，其实啊、我还想稍微分享一点关于基因科技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大家就会说，我测了基因有什么用？嗯，刚才大家已经听明白了啊，它可以防大于治，就是我可以预防一个疾病的发生。嗯，现在更重要的，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很多错的东西改对。有一个疾病叫地中海贫血，嗯，听起来不就贫血吗？其实这个名字起得不好，我们给改名叫地中海坏血。什么是地中海贫血呢？我们正常人的血细胞是圆的，嗯，血细胞是圆的，携带氧气嘛。对。但是，在历史上，一部分群体它的血细胞是比如说镰刀型或者其他不规则型。你说它为什么要长成这个形状呢？所有你今天看到一个奇怪的基因的现象，一定来自于一个巨大的选择压力。对。这个选择压力是什么？自然环境的疟疾。疟疾。疟疾，知道疟疾这个疾病吗？就打摆子，嗯嗯，今天发烧，明天寒战，对，他就是被疟虫感染。所以历史上，当我们对抗不了疟疾的时候，我就选择得地贫，嗯，因为得了疟疾可能2个月死，得了地贫可能10年死，两害相衡取其轻，我就宁愿得地贫。现在我们能控制疟疾了，中国去年已经彻底就告别疟疾了，但是地贫就变成了人类遗传病当中的第一大。我们过去可以防止得地贫。比如说爹妈之前做婚前检查，或者可以用造血干细胞移植，今天我们可以直接用基因编辑的方式，用自己的细胞在体外改对再回输。这就是大家问我做基因有什么用呢，这就很好了，它没有排异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如果可以把这样的技术做得很便宜，做到大家批量可以做，比如说一例检测100块钱，
我们去做一个救一个这样的病人，可以就现在美国是40到60万美金，我们可以做到今天我们的成本大概30万人民币，我们希望如果能做到10万人民币的时候，那这个疾病我们就可以批量式的来帮助所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跟蔡磊老师想解决渐冻症也是这样的思路，就是说罕见大家都是不了解，那了解之后我们就想办法应该能去改变它。这个过程中呢就有一个度了，因为我们永远就大家就会问，那我把基因都改了会不会引起更大的一个风险呢？实际上就是在于它这个度就是在于那个伦理，我们今天只允许编辑体细胞，不允许编辑生殖细胞，因为编辑生殖细胞你就会往下一代带，而我刚才是把错的改对，而不是把好的改优，这是我们做生命科学永远绕不过去的问题，要有克制，要有个克制。还有一个呢，我们第一个人的基因组从1990年做到2003年，13年38亿美金就做了一个人，今天测一个人的基因组的试剂成本，你会猜一下多少钱？几十万？99美金。就是美金？99美金，因为我们这个对标拿一个货币，就是这个技术是华大，华大制造今年2月份第一次推的测序，99美金的试剂成本，而且不是13年做一个人的基因组了，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做完，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以后会多一个语言，生命的语言，就相当于我们学英语一样，英文有26个字母，而基因只有4个字母，就是 ATCG。我们要把 ATCG 这样读过来 ，AATCG， 它给你讲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正在尝试去理解这其中的单词语法。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语言。我们今天人有31个基因，可能你也听过，我们真正研究明白的大概就是1%到3%，我们说的这些是名词，或者是一个实词，其他还有好多都是虚词，它可能是副词，它可能是语气词，它就是在基因组当中的暗物质，它们起了很大的调控作用。我坚信大概10年到20年之后，特别是伴随着 GPT 的发生和发现，我们每个人开始会读自己的生命密码了，什么时候把基因测一下？可以，等于老师回来，我拉他一块去。那我免费提供，免费提供，我还免费解读，专门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行，解读最贵，因为测试的成本就是100美金，试剂成本100美金，全部做完大概300美金也够了。不用免，但是解读很贵。于老师有钱，于老师有钱吗？有钱，这个钱他掏的。于老师每场报告到后期都在要股份，这每次都是先问八卦再要股份。不是，咱能不要股份就送点基因检测就行了吗？今天我估计可以。提到基因的问题，我还好奇一个，就是说现在人比如会得这个痛风，对，肥胖，对，这些说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的影响啊，对，其实人类真的很搞笑，你想我们智人啊，就是人本来也不是一种，对，猩猩也有4种，大猩猩，就是那个金刚那种，对，这样的，对，那个红毛猩猩，就那个，对，那个就叫猩猩，然后叫黑猩猩，然后还有个叫倭黑猩猩，小一点，他们之间也没互相灭了吧，人智人最高的就剩一个了，就咱们智人，就咱们叫智人还是挺残暴的。我们路过了欧洲，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克拉玛农人灭了，又把尼安德特人灭了，又把丹尼索瓦人可能也灭了，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地，我们一边走，这周围的物种猛犸象剑齿虎巨树了都灭了，就咱们一边走一边吃嘛，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混了尼安德特人的一部分基因，就是除了非洲以外的人，除了非洲以外，所以非洲人应该不痛风。非洲人痛不痛风是个好问题，我好像真的很少听到，因为他平均预期寿命短，非洲人才50几岁的预期寿命，他可能还熬不到得痛风，另外可能吃还吃不饱，吃不饱的时候大家也不得痛风，痛风是蛋白吃多了，糖尿病是淀粉吃多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痛风或者很多的代谢性疾病的确今天发现有一部分基因就是从尼安德特人带进来的，我们还是跟他有混血的，而且按照这个比例来看，那应该是亚洲人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含量更高一些。亚洲和美洲都会有，它还是有不同的一个族群的。就今天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搞明白一个事儿，人到底是哪来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不支持是非洲单一起源说了，有些人认为是亚洲起源，有些人认为是非洲起源，有人认为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停的在交流，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卖弄一下就教你这个问题怎么答。非洲是源，亚洲是汇聚的汇，对，但是经过了多次行了，这句话就等于说，是不是几乎所有？这个问题就答得滴水不漏，因为这个在学术界争论很大。其实它会牵扯到一个很多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到底人是哪来的？对，包括一些文明起源的问题，其实讨论可能就……但你知道，其实比如说像痛风吧，
其他大部分动物都不会痛风，嗯，人类才会，人类是少数的几种会痛风的作用之一，营养过剩，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少一步代谢，我们不会，就是因为痛风主要是尿酸高，我们很想留下这个物质，因为它存在在人体是有意义的，但是突然想到我们怎么吃嘌呤可以吃的这么多呢？我们吃蛋白怎么可以吃的这么多呢？我们饱得太快了，我们营养跟进的太好了，而且现在大家也发现，那么痛风是不是通过锻炼就能解决呢？还不行，嗯，因为80%的痛风所产生的物质尿酸啊是内源性的，就你给你调嘴没有用的，嗯，你还得调菌群，再不行你还得去用些药物的干预，因为痛风真的很痛，嗯嗯，真的，你有过吗？没有，没有过，体会不了。对，这我见过有一个哥们儿，上次在青岛，这个、啤酒夹嘎了，哎，而且呢那天呢还特别猛，啤酒节，每人就他们那么大扎啤，一人整俩，嗯，当天晚上就没办法，最后抬回去了，走不了了，因为就他的那个痛风结晶都看得见，就是都在那摁着他，你看就是我那会儿，那你给我喝的干啥呢？那你来了，咱能不哈吗？不哈吗？哈啤酒吃嘎了，这没办法。所以就是说，酒这个东西，让人类突然就变得一个特别的意气风发。嗯，喝酒的时候，喝酒之前，东北的女性，嗯，我是东北的，嗯，喝酒之后呢？东北是我的。对，哎呀，潼关的女性是这样吗？我们公司几个主播啊，喝酒之前呢，这个我是公司的，喝完之后公司是我的，现场任命的新一届的这个董事会成员啊。就已经就任命了，对，我们现在公司的 CEO 都是轮流当，五分钟轮流制，五分钟轮流制，对。那如果上一任这个东西他那个批了一个 OA， 然后下一任那个，我们讲究的就是朝令朝改，夕令夕再改，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嘛，薛定谔状态啊，真的觉得可以，这真是很就属于乱动，毫无秩序啊，乱动。所以于老师这个真是牛，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东方甄选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就这样最后消灭自己的只能是自己的。哎，就唯万变，天下莫能与我争。别人看不懂你咋搞，以万变应不变。对，太好了，我觉得呀，这个很有道理啊。当我都不知道我想干啥的时候，敌人怎么能对付我呢？怎么消灭我？对，你还研究我，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啥。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接近于我们这些生命当中的，尤其是细菌，就是病毒和细菌，真的以万变应不变。对，那说到这儿，我还想特别再聊一下关于您写的这个第三个《瘟疫传》。瘟疫传，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人类对于这个微生物的了解其实知之甚少。第一次可能黑死病在欧洲大面积带走1/3人口之后，人们从宗教中开始惶恐。然后呢，一战的时候大家又知道了西班牙大流感，但其实跟西班牙没啥关系，没有半毛钱关系。对，只是因为西班牙当时没有参战，他就报道了这个事情。他国王得了啊，西班牙国王得流感，然后他新闻报了，哎，西班牙，西班牙，你报的，那你报的就是你的，就是你，因为当时世界各地的士兵呢，其实汇聚到美洲去了。对，所以古代解释为什么北方的官员到了南方一流放容易死呢？因为你适应不了当地细菌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微生物的研究其实很短，一早就发现了，但是直到科赫。他们把这立为学科之后，可能才真正迎来真正发展了，所以非常清楚啊，宇辉这个知识量，我估计你再讲100节课，哎呀，你就变成那种可以以万变应万变了，不是以万变应不变。我是对于理科真的不懂，我的巅峰就处在高一那一年的啊，以及明天，明天活在当下。对这个吧，我先说一个啊，就是刚才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就说甩锅这个事儿吧。嗯，其实历史上第一次甩锅是梅毒。嗯嗯，梅毒很多人现在可能都不知道了，啥叫梅毒？其实一种性病，对啊，它呢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菌，叫苍白汨罗旋体。因为大家可以查一查，清朝有个皇帝，说生杨梅大疮，就是有点像咱们长那个痤疮，但是它产生了以后呢，它像一个梅花一样，所以叫梅毒。梅毒是性传播疾病，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了不起的这些科学家都得了梅毒。梅毒是怎么到欧洲流行的呢？是哥伦布。1492年，他大航海回头就带过去了。带过去了以后，在欧洲开始繁衍。这个时候，谁也不承认梅毒是哪来的。比如说，法国人说这叫意大利病，嗯，意大利说这叫法国病，然后他们可能一起说这可能是德国病，对，反正每个国家都说这是别的国来的。日本叫什么？唐疮，唐疮就唐朝带给我的，对，就是他官嘛，叫大唐嘛。中国还是比较讲道理的，像梅花一样就叫梅毒。所以这样一个疾病，最后其实是被汞。就被水银当时给治了，嗯，所以当今天有各种各样抗生素都可以去治它了。我想说什么意思呢？我们人类和这种传染病不是光绪，不是光绪啊，同志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在这些瘟疫的问题上，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宇辉刚才讲的，从一开始的不认知，到后来的乱甩锅，对，然后逐步逐步才会慢慢的开始去接受。你比如说，
我们看不到细菌，我们也看不到病毒。这个时候我们一般说你为什么会得传染病呢，一般可能理由是什么，上帝的降罪。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不清洁。对，但是后来才知道它就是微生物。微生物能够被认知呢有这么几个节点。第一个，1590年发明了显微镜，荷兰的一对哥们叫 Jensen 父子，他俩就天天磨镜片。对，后来还能放大。嗯，后来就用这个显微镜，1665年罗伯特胡克跟牛顿一辈子的宿敌用它去看一个软木的瓶塞，定义了细胞这个词。又过了14年，列文虎克，这是荷兰人，对，他自己做了一个特别高倍的一个显微镜，他第一次看到了比如说精子，比如说这些活的这些啊一些微生物在里边有。嗯，但真正把微生物学拉到因果关系的，您刚才我们说都是发现，嗯，是你刚才讲科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就是叫科赫法则。什么意思呢？我怎么证明这个病就是由这个病原体引起的，那要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个，余辉你病了，我从你身上分离出了一种病原，比如说就是这个，然后你把这个传染给我，我也病了，对，然后再从我身上再提出这个，好，这就是。如果说你是病了提这个，但是从我身上分离出了这个，这就不是，这叫科赫法则。对，科赫法则在差不多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传染病的，应该说奉命归臬的一个经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可能还不能这样了，原因是什么？很少，就比如说肠道菌群，我们每个人大概有300到400种这样的细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被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我就要从你身上能培养出这个，只有3%，还有97%它是共生的。所谓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它不生，这个时候怎么办？用基因测序。所以科赫法则现在也有一个分子理论，就是科赫的分子法则。但是归根结底，它的核心点就是在于人类的工具取得了进步。嗯嗯，对。如果没有玻璃是不行的，反着装就是显微镜，正着装就是望远镜。伽利略最牛的是改良的望远镜，然后他才真的去把他的这个。开普勒实际上拿了地谷的资料，加上伽利略的大量的这种数据里统计，最后慢慢的把它三大定律出来了，开启了后来的牛顿时代。然后再往前，这个玻璃实际上我们到西方的教堂看，其实它会贴那个彩玻璃嘛，嗯，差不多12世纪左右，这种玻璃的制作工艺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应该说大家都很喜欢去看玻璃，嗯，而玻璃的本质是为了干什么呢？是光。所以上帝说要有光，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个光今天来看，生命的演化，包括我们在整个生命和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光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嗯，您刚提到的就是整个人类对微生物的研究啊，这里头有没有存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谬论，或者人类自我更正的时期？太多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讲几个特别搞笑的例子。你知道以前这个比如说这个肺结核有切肺的，嗯，他不知道传染病就把肺切了，嗯，还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比如说原来宫颈癌，大家也不知道是病毒感染引起的，嗯，甚至也是就莫名其妙的就切个手术。我们在过去对人体，尤其在医学上，没事就把它切了，老觉得切了就是除恶务尽，包括切阑尾，而且在欧洲人喜欢放血，放血疗法在全世界都有，啊，你。看过那个理发店，他在那转转下面那个一个蓝的一个白的一个红的在那转，见过吗？嗯，就是一般理发店不都有一个在那个转筒吗？啊，门口那个，门口那个转筒，见过那个玩吗？啊啊啊啊，原来欧洲的放血疗法都是理发师干啊，他们不就是给你刮这个吗？顺便给你放点血。红的是什么？动脉。蓝的是什么？静脉。他们就是用这个来表示我还能做这个放血疗法。放血疗法到今天其实我们都在用，也不仅仅是非洲，欧洲用，其实蒙古大夫也就是放血，没事就扎扎，完了给你挤。放血疗法呢，应该说有一部分是能够瞬间，就跟吃辣椒一样。但是很大的问题呢，也有人就直接给放死了。比如说华盛顿对罗国富放死了，最后连续在24小时内放了 N 多血，最后给放死了。莫扎特也是放死了，是莫扎特放死了。而且华盛顿放死之后，医生还说要么找点小羊羔的血给再注回去，给他还阳一下，家人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真的很多。我们那时候输血嘛，就先把其他人的血往这里打，没有考虑到排异的作用。人类对医学的认知，如果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穿山甲能通乳的故事，因为它能穿山所以就能通乳，这种故事特别多，匪夷所思。哎，你像你比如李时珍肯定是大家，本草纲目那里面很多是对的，也有很多不靠谱的，嗯，我们说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比如说怎么治天花，嗯，要取牛虱，嗯，
还得是白牛吃，嗯，还得取77/49枚，嗯，那这个时候就是李时珍的当时的一个认知的局限，嗯，但是李时珍这个整体来讲，他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因为纲举目张，他的确把植物学或者博物学拉到一个高度，所以还是要辩证着看吧。今天我跟宇辉讲的，也许今天都对，明天咱俩就50年以后看咱俩就跟二货似的，兴许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对，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大家必须要怀着一种质疑，然后又开放的态度。就是质疑的前提，因为科学的本身是证伪，能证伪的才是科学。这句话特别经典。嗯，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叫科学教。嗯，什么叫科学教？就觉得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哎，就是说，简单的相信当下的科学，就科学不能动，科学就是对的。比如说，你就不能动，这就是科学。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不科学。对，科学的前提就是不应该存在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就它本身就在推翻自己。所以在推翻的过程中，大家请必须要保持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不能说别人跟你说的不一样，别人就是伪科学，或者说他曾经对，现在错，他就是伪科学，这样的心态都是其实非常极端啊。我刚给大家跟爷爷老师提到了这个曾经的放血疗法，对，我记忘了在哪本书里看过，有一个国王就是什么查理二世嘛，对，发烧一开始这个医生宫廷御医啊，专家会诊啊，先给放血，放了一段发现没用，用那红的铁去烙脚底板，是，然后把头顶刮没，然后把那什么鸽子粪，然后还有骨头啊，给你抹到头顶，再催吐，再给你灌胆汁，在一同专家的一同折磨之下，经过不懈努力，国王终于嗝屁了。就是宇辉的记忆力惊人啊，完美的还原了一堆蒙古大夫如何废了一个历史上的明君。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听的有这么搞笑吗？就是这么搞笑，因为到那个点上的时候，只要这个招你没用过，我就厉害。他把自己给神化，他们不遵循规律，没有看到他发现的本质。对，所以其实宇辉前不久你在央视那个报告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讲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嗯，所以每一个对人类有影响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嗯，我今天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把这句话再阐述一下，若人是万物的尺度，则不存在绝对真理。嗯嗯，对，因为不能什么事都是人类出发。对，但反过来怎么讲这句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始终怀有敬畏，人就是万物的尺度。当你有敬畏的时候，我的尺度本身是可以变的，就跟你们变就行了。其实这个事儿很了不起，你看，嗯，牛顿，他把这个东西夏洛和天上的群星第一次统一，对，麦克斯韦把电磁统一，爱因斯坦把时空智能统一，物理大楼盖起来了。然后这个楼盖完了以后，我们今天突然说这楼不能动了。可是这三个哥们是互相在去否定前面的，对，或者在补充前面的，人类都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往前又走了一步。因为我是矮，可是我站在巨人肩膀上来，所以我怎么也比你巨人的头要高一点。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希望的就是在这样的比如说东方甄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下，我们真的可以启发大家对科学的这种觉知和兴趣。我只是生命科学了，对，我还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物理学家化学家都能够到您这儿来，一起再聊一聊。哎呀，那太好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块也是在希望大家让孩子去多读书多思考。其实一方面是研究是发现，另一方面就是提出质疑和推翻。只有这样，这个人类的科学才能够生生不息。刚才既然提到一个人非常重要，叫伽利略，他有句话非常经典，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经常给孩子们讲那句话，叫 In question of science, the authority of a thousand is not worthThe humble reasoning of an individual. 说在科学的领域里头，1000个人的权威都不值得一个人谦卑的提问。所以就只有推翻才是科学，对吧？所以我们可能现在跟爷爷老师这心态当然特别开放，这就是大牛他的自信。说可能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所有知识50年后证明全是错的。全是错的。很有可能。但是我们启发了一个群是他方法论是对的。对。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在二战时期人还认为这个高血压是正常的，那会儿那美国总统整天高压200多到处跑。现在赶上跑吗？年龄那么大了，我天，不可能马上就控制了。啊，真的。宇辉刚才那讲那句话呢，其实我们翻译成不叫翻译，其实我们叫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的本身是一个真理，那就是说这种相似的真理总会有一个另外的阐述。对，叫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恶恶。哎，差不多，就像有人说，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叫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所以，当大家都提出这个东西时，我们就要去思考。其实，这里面不管哪一本书，我相信过5年、10年，或者过更久了以后，它里面知识一定会落后，一定会的，会的。但是我只要给你领进门了，我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自己就开始走了。每一本书都是阶梯。
他把你拖到了一个更高的阶层上，能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有了一个新全新的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家来看我们这个直播的就没有浪费这个时间，而且这才是真正一个特别热爱科学然后执着于做科普者人真正内心的夙愿。就是也许你看人类过去的5000年，其实4000年前的人到1000年前生活其实没有太大困难，对，但是500年前的人到现在世界是完全无法适应，他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很多科学的进步带来这个工具的提升和效率的提升是骇人听闻的。你跟以前人说能飞天上飞的叫机翼飞机，地上跑的铁叫高铁，那他都觉得你疯了，对吗？所以技术的革新本来就无法这个预估，更何况科技呢？那当然同样带来的这些不管是生物啊、化学物理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曾经用过去500年衡量人类，其实未来可能说50年后人都觉得现在人好老土呀、哎、差不多、因为这个人类的是个整个科技演进的速度是巨大的。而且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大家真的是可以玩命的去研究科技史，就像我跟宇辉刚才讲了很多的段子，它是基于不能改的基础上。比如说咱们说好了这个1776年瓦特就是改良蒸汽机，就是这一年，哪个国家都得是认他就是那一年。科技史他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就是非常确定的就在那儿。所以大家花更多的心思去研究科技史会受益终身的，因为你学了科技史就可以对到这是什么朝代，然后想到这些不同的地方产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的整个时空和历史的框架就有一个非常结构化的思维，这个对你以后遇到新知识非常容易就直接就融入了。但有一些其实挺那啥挺冲突啊，就是大家知道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是1905年，对，那年应该是光绪第38年，已经宣统了，宣统他已经 over 了，光绪已经 over 了，就是1906年那一年，爱因斯坦是1879年生的，他26岁，我们离大清朝灭朝还有6年，我们那年在研究阿 Q， 阿贵就是阿 Q 正传嘛，在研究阿 Q， 就在那个点上。但是爱因斯坦，你想想，他1905年写的这四本书，应该是光绪。光绪那年还在是吧？我记得是光绪30几年。啊、哦，OK， 宇辉对，那、我也是胡说的，不要紧，我们是反正变嘛，所以就是清朝大清反正是1911年灭了的，所以离大清灭也就剩几年了。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想说，爱因斯坦其实到了1927年索尔维会议第一次对抗波尔的时候，就是到底世界是确定还是不是确定的时候，对对对，他就变成权威了。上帝到底投不投骰子？波尔怎么说的？你根本不能管这个事儿，这事儿你哪能管呢？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讲，爱因斯坦在那个点上，他就变成了一个屠龙的少年头上长出了角。他开始用科技霸那个啥，就他变权威了。他觉得你波尔讲的也不对，你这个薛定谔讲的也不对。所以当时普朗克呢有一个特别扎心的话，这话讲出来很冒犯。科学真理之所以被接受，不是因为反对者被说服，而是因为他们挂了。因为反对者死亡。对，是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真正我们来的时候还在讨论市场垄断和科技垄断哪个最厉害。科技垄断，因为科技垄断是一种智商碾压，它不允许你去质疑它。对，这个问题其实是阻挡我们人类科技进一步的，而且它形成封锁了。而且它经常会说，你能确保它绝对安全吗？哎，你说的是对的。光绪31年，光绪啊，感谢宇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我也记错，我记成34年了。就但是你至少还是继承光绪，我已经认为是宣统了。我作为一个满族人，不应该啊。我记得第一个是应该是人类第一个啥股票交易所的时候是谁？就记混了，不好意思。股票交易所的时候，那是在清朝吧？那个时候，那估计康熙年间，那个时候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比如说十字军东征的之后2年，然后这个苏东坡被贬惠州了。你这个就是你这种记忆的方法其实是特别好的，我也是这么记的，因为只有这么记才记得住，要不谁能记得住？是吧？都扯淡。对，是。所以你看爱因斯坦，你说你怎么记住1879年？因为我1979年生的啊，减100，你哪一年生的？1903年。你看啊。1903年生的，不是1993年。哇塞，我说你刚刚我这在这想那个爱因斯坦，光绪33年，对，1993年，一不小心暴露自己真实年龄了。1993年，生你之后的第二年 ，GPS 上线，哎，对，美国生物信息 NCBI 上线，那是1994年的事情，所以，哎，生你那一年，影响我最大的一部科普的电影上市，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世界》，哎，所以这就是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所以。这种大家对称的时候，就这就是一种心流的状态。所以我想
我有的时候去看宇辉这个，在他讲他的这个奋斗史的时候，特别是在去年的某一个时刻，就他跟于老师或者说整个新东方那个时候处于那个状态，然后大家是其实只要你打不死就往死里干。对，我觉得这种打不死的心态在现在是尤为重要。宇辉的话叫做要增强钝感性。嗯，啊，你讲的是用东北的话讲叫什么？耐，你叫耐搓。嗯，你讲的叫耐搓，但是我们不能讲那个更糙的词儿。鲁棒性，其实在物理上 robust 用这个词来讲， robust， 就鲁棒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说的并不是在于我不可以失败，而是失败对我无感。嗯、对。失败对我无感。其实第一次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看《老人与海》，所以我后来把于老师叫老头儿，他以为我说他老，就是他确实老，但主要说他老头的原因是为什么要加这句？就我得把实话说的好，就是无意间要戳他一下，就是看那个你说他出海了三天，跟一个鱼搏斗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把鱼都弄死了，回来带回来累累白骨，他把刀啊，把那个所有能用的一切工具都用来砸那个鲨鱼了，他就带回白白累累白骨。你说要是我，那我得垂头丧气，然后我得哭爹喊娘。他就躺那睡一觉一醒，跟那男孩商量第二次出海了，所以人家是海明威嘛，啊，太强大了，所以就是对海明威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地球上，真正能够引起人类社会能记住的人，一定有一些不为你所接受的世俗所接受的一些点。对，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唤中国怎么没有马斯克呀？我们老问这个话，但是我们突然有一个创新，哎，你年轻人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我当时特别搞笑的是，你知道这次。有一个大家都在问，就是 GPT 出来了。嗯 ，GPT 出来了以后呢，别人就问我说：“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我还没等我说，我一个群里面特别原来就是天天鼓励创新的人，扯淡，这是扯淡，发了要加强监管啊！我连他说啥都不知道，他就说我先给你戴个帽子。实际上，比如说在这个做《穷人的父母》这本书里，我就讲了很多，我特别受不了一个现象。你像我们俩还是能背很多的知识，嗯，现在很多的时候，这家长一个都不背啊。嗯，妈妈弄一个书拿在手里，背一下，《将进酒》《蜀道难》《琵琶行》《岳阳楼记》。哪天如果孩子抢了，妈你背个。其实，妈和爹都不背。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于我们今天很多的家长，特别希望孩子能成才，但只要求孩子，但是他永远是我值。嗯，我们要求他值我，对，值他自己，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开玩笑啊，我说你看。我们有一个检测叫天赋基因检测，嗯，听过吗？我听过这个，但没做过。高端幼儿园，嗯，就开始推天赋基因测一下，一测，哎，你孩子可能是梅西，你孩子可能未来就是陈景润，嗯，就是他会这么来给你玩，嗯，不过靠谱吗？我说不靠谱，很简单，孩子是亲生的吗？是亲生的呀，啊，都给我要火了，照片都发来了，你看这长得就是一样的，你跟他妈先测，然后总结一下自己怎么没混出来啊。嗯他如果要是梅西，你得是罗纳尔多；他是陈景润，你得是华罗庚。你俩都没有数学天赋，他怎么就出来数学天赋了呢？嗯，这其实就是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变成了一种数码化的算命，然后又都加在孩子身上，然后你天天说你怎么不聪明呢？对，他应该自己问。这种就跟进去放着钱磕头烧香差不多，我感觉呢。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嗯，在那个一边给佛在那跪着叩头，一边在那刮刮乐。我操，这就是一把一捞的，知道吧？这佛又不是开赌场的，佛也受不了啊！你跟我要三文，他跟我要两个，我怎么办呢？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可以找一个心灵的慰藉，但咱不能这么急功近利吧？真的是，那是学校对吧？你去那儿解决信仰问题。对呀，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家长真的要花精力，能把你对孩子的要求先在你自己上去实现。成人都控制不了自己，你控制什么孩子呢？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跟很多的家长最后杠到最后的就是在于。他就在讲，你如果今天不要求你的孩子，你将来会后悔的。我说你这句话特别扎心，因为我恰恰就是被夸大的。嗯，我后来想，你的父母真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就这么要求过你吗？你比如说背这个东西，一个都不能差，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就类似于孔乙己回字有四种写法，都得写对。嗯，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会想什么？我们难道是这么带大的吗？不是，还真不是。小时候从小就是，一开始背古诗。背省会城市，背天气预报的那个城市，背什么24节气，就是我爸当时以他有限的知识量能想到的一切，让我们兄弟几个就在那儿背。这种背其实就让他有了一种兴趣，万物皆可背，哎，而不是只能背这个。对，一个是急功近利的背，我们就是说，很多人说吃苦，吃苦，苦不是稻盛和夫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苦不是穷，穷就是穷，穷和苦没关系。对，很多有钱人还吃苦，
吃思考的苦，吃自律的苦，吃读书的苦，吃忍辱负重的苦。如果已经知道了一个确定的结果，他再努力，那不叫吃苦，那叫急功近利。真正你爹教你的就是把世界的这个大门打开，什么东西都好玩。真的，我妈也是这么训练我的。你可能有些事你不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有一种查字典的方法，叫四角部首字典法。就根据这个部首查，然后我妈就天天叫我背那个玩意儿。我说妈，我都拼音了，不，你妈你就得背。后来我会了拼音，不行，还得五笔打字，弄得我今天都有王八青头兼五一，每天都练这个。实际上，你好好想，如果当年他不让我练这个，我可能这辈子都背不下来。所以我跟我女儿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我俩经常凑在家里就开始背，比如说一驴二壮三天尾，四拐五马六张飞，七雀八黄九江尾，就背着玩。然后后边一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大家就在 PK 这个单麻将。然后他们学校古诗过级。我家女儿就拿了水浒单麻将上去了，她老师说这不是古诗啊，古文就行，是不是明朝的？因为我在那边加了注解。对，所以其实我就是给她带来了一种万物皆可背，而不是咱们所有人都会从就是那点东西，大家反反复复的一点都没有互补性，你说有啥意思吗？而且刚才严老师分享这一段经历其实极其的具有可操作性，就是他跟孩子一块做一件事情，他相当于一个陪练啊，他不是旁边一个教练，教练就是指导你这腿抬高抬高抬高，不对不对，重来重来重来。很多家长就是那种把他的指挥已经准确到毫秒级，就跟导航一样，往左往左，再往前再往前，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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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抬抬抬，那种孩子到最后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执行机器啊，他从小在服从你的指令，有一天到大学毕业了找工作，他不知道找啥，你怎么能不知道找什么呢？最后崩溃了啊，崩溃了，最后崩溃了。对，就是我有一次还是跟我家老大怼，我说你看你这才考95分，你爸小时候都是双百，我什么都是双百。我家女儿说：“爸，你跳舞是100吗？”输了，压腿都压不了。所以一代有一代的活法，他没必要成为我。有一次呢，我选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路线。带他去了一趟这个剑阁，就剑门关，就是四川。其实他是刚好在陕西的汉州，就是他俩交界的一个位置啊。那么在这个点你说是四川也对，因为后来因为各个省打乱嘛，把它就划过去了，现在属于陕西。对，就到那个剑门关，到剑门关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有剑阁峥嵘而出，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蜀道难。我特别想逗他一下，因为那天下很大的雨，然后那个剑门关的水也特别大，我说我要是在这个地方大声的去诗朗诵，你愿不愿跟我一起？这个时候外部刺激是没有用的，因为在那个地方风雨交加啊，它其实而且这游人如织啊，你根本很难去弄。最后我就开始自己开始喊了，玉溪为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让孩子跟你一起了，他没反应啊，我继续来，禅宗给予服。对对对，禅宗给予服。我们就开始念，人念到后面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进入状态了，到后期的时候他嗓门比我还大，因为他也就开始去表现了。我那是第一次知道文脉是这么带下去的。我爹5岁带我上台讲相声就是这么讲的，就是讲这个抬杠的那个蛤蟆骨，就是那个视频我在网上也放过，但是我是在他已经10岁左右才带他那个，在那一刻我真的知道原来人类的血脉传递，军脉传递还差一个文脉的传承，文脉的传承家长要先做。你把那个情绪给带出来，当你开始去在那个地方看看经常去讲的，他又会背这个，然后他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我们要一起去表现共同的回忆。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的家长能够带孩子去做一点这样的事情。所以不是我说你做，而是我做你跟着做。所以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呢，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这种家族的传承，我们都应该把这样的事情能够让更多的通过家长的以身作则，然后让孩子去静待花开，而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压给孩子。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苦逼的事就是你永远让你的下一代去干一个你这一代没干成的事。好多人都是爸这一辈子没考上什么，爸这辈子没实现什么，所以就靠你了。就孩子是孩子，他不是吉祥物，他不能让来承载你所有的愿望，你自己都办不到，你凭啥要求他？所以家庭教育不是说言传身教，是身教再言传，甚至是陕西话你都不用念法，不用说，你做了就行了，他自己会学的。我们刚才跟宇辉在聊的时候，我们说宠物就是你的十几年，你却是宠物的一生。但孩子不一样，孩子跟你就是几年的缘分。如果算绝对陪伴的时间，对，所以
为什么要他这么苦呢？有人说你的挫折教育，我说这还用挫折教育，到社会上去挨一顿毒打试试？没挨过毒打是吧？问问宇辉，问问北漂几年，你看他错不错？社会上的挫折太多了，我们在他幸福在快乐的时候，要把家变成他的堡垒，要让他回家就会觉得这是我家，温暖，对，这是一个温暖。所以，我有的时候呢，就会去跟我周围的人讲，其实一个人最大的不幸福就来自于你的比，嗯，攀比，而且你攀比老是比这种跟你差不多的。乞丐从来不会羡慕亿万富翁，乞丐就是觉得你那个乞丐怎么旁边要的多的乞丐，所以你的格局就不对。如果乞丐都把世界首富作为比的对象，咱俩明天都去比盖茨马斯克，我们的成就就大了。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根本的道理。所以今天中国不能再卷下去了。我给你报一个数字，你会吓一跳。去年咱们国家的新生是多少？只有920万。对，得赔钱。今年因为刚好有一个疫情了，在去年，所以今年前几个月大家看的数据还在下，而今年的本科毕业生是多少？1000多万。1000多万，你可以想象什么意思？对，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啥也不干，他大学的所有人都招不满。那你说这个时候我们玩命的让他所小全部的时间都为了高考，最后发现哇，大学原来是扩张到这个程度。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参加高考人数还是经过中考五五分流之后的，在之前几年是1078万，在之前是1071万，这是高考人数。教育就是你准，我也就知道出生人口了，所以咱俩一对就明白了。这个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解决，就会留给10年20年以后。我们如果让今天的家长都开始根据电影院的法则来要求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怎么能幸福呢？电影院法则啥意思？咱们看电影，第一排站起来了，对，第二排被迫站起来，第三排也站起来，最后没有一个家长可以幸免于难。其实这里头也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家长对于成功的定义被脸谱化的，要去像生命一样，要去把成功的标准去多元化。其实今天的孩子，你跟他讲苦，讲这种忆苦思甜，他因为没有这个经历，他很难想到。但是如果在今天让他对这个世界的觉知，让他对他人生丰盈的意义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了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而这种的了解往往是以家庭的成分而存在的，就他家长他的父母应该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我见过一个很悲催的段子，在讨论科学家的定义，宇辉，科学家有三个词可以形容这个人就是个科学家，你猜一猜，就大概的意思，就是科学家有哪三个特质可能就是个科学家。好奇心，充满好奇，然后专业知识，也行吧，这算是一个，这里边其实专业知识工程师也需要，还不是科学家。还有一个是咱们刚才讨论的，是不能害怕权威，不畏权威，对。最后一个呢是不能就问，就不怕丢人。然后大家说这种人有没有啊？一堆科学家看了半天，说哎呀，我就喜欢我这个学科，我好像充满好奇不行。另外一个人说，我特别怕权威，我们所长一说话我就不敢说。第三个人说，我从来都是不懂不问，懂了也不问。每次人家说你有没有报告啊，我都不敢举手，都低着头害怕老师提问。讨论到最后证明，中国这些具有科学家特质在哪儿？幼儿园，对，小孩是什么都充满好奇，不畏权威，管你老师的，我要上厕所，不懂就问老师你怎么穿得这么难看。对，悲哀吗？其实为什么就像我们做报告，很多我做一场很大的报告，讲完了以后特别学术，有问题吗？哎，怎么都没问题呢？这时候我特别尴尬，是你没讲懂呢，还是他们不懂不问呢？还是他们都懂呢？他们万一比我都懂，我浪费人时间了。但是到了很多的，特别是在私下聚会了啊，对，你发这问题复杂了。我说你会上怎么问？那万一问的很丢人怎么办？对。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老外的群体，经常会缠着就出不来了，因为。后来知道环境不一样，他们老师的特点是组织，我们老师的特点是灌输，对，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新东方为什么教育教得好，还是兴趣，是让大家最后找到了一种兴趣的使然。连我都给新东方交过学费的，于老师的钱里有我的一份啊，是吧？对，这个那个时候还是要去，当然新东方还有厨师是吧？都不是你们的，那个跟我没关系，蓝翔也没关系吧？也没关系。对，好，我们证明一下。所以我今天整个在这个路上走这一过程啊。我们那个您的那个 CEO 杨老师在给我介绍，佳木斯市花，是吗？那是总导演啊，总导演。我看了半天，我就一句话，我说你不是不是零食自由了？你这个如此之多的品类，对，你帮了这么多人，去实现了他们可能在过去没有办法能够去成就的梦想，而
我依然在想，比如说我第一次知道新东方的贡献是于老师帮助多少人有机会可以去看到的世界，同时把中国宣传给的世界。 对，这就是一种应该说广结善缘的一个方式。嗯，所以我现在比较希望的就是在当下的一个全球在讨论科技竞争，嗯，我为什么很在意生命科学呢？实际上这个世纪会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如果我们有1000万个孩子，嗯，可以去报生物科学的这个专业，嗯，我觉得我们就赢了。我真的在算这个账。嗯，中国的医护人员大概是900万，嗯，中国的农技人员就是所有的就帮农民，我们农技人员有2800万，嗯，生命科学的从业人数，我相信现在也许10万人或者20万人，我怎么那样的扩10倍、扩20倍，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做的。当然，这1000万孩子千万不敢同一年报，卷死了。对，因为它是2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我更想说的是，当然你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专业，嗯，这些专业当中，我特别希望的大家是能够从它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去产生对一种科技的兴趣。对，因为大师必兴趣于孩童。猛将必取于足武，宰相必发于周郡。对，大师必须兴趣于孩童。法布尔写《昆虫记》，从小就开始研究昆虫。所以宇辉，我特别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能够在非常非常年幼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兴趣而走进了科学技术的大门。当然，我们所做的这点可能也杯水车薪，需要很多家长啊，以身示范，然后你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好多年好长时间之前，几个月前吧，给大家分享过一次，就是大家当然知道埃隆马斯克现在很牛，对吧？他不管是 SpaceX 还是 Tesla 还是 Solar City 还是他的那个 Boring 那个，都特别牛。他每个公司都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技术。我们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他确实很牛。但是大家知道，他童年的梦想其实起源于一次在南非去图书馆里自己看到一本书，叫做 The Guide to the Hitchhikers of the Galaxy。叫做太空漫游指南，一个孩子在想太空能漫游吗？而且他竟然告诉你怎么漫游怎么漫游怎么漫游，然后呢，所以他就特别喜欢，也以此为兴趣引导他后来几乎所有的事业。但他当然他当年把那个 Roadster 发向太空的时候，上面还放一首歌叫做 Space Oddity， 叫做太空怪人啊，而且在中控屏幕上写一个 Don't Panic， 叫别慌啊。你知道10亿年后人类可能都不一定在，但那个车还会在绕着那 转圈呢。10亿年，就是他既有一种探索的热情，还有一种敢于接受失败的这个心态啊。因为他那个以前不是可回收吗，在海上回收平台那个船叫做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啊，就那个船回收船叫当然我还爱你，所以不管你落下来炸不炸我都爱你啊，又充满那种人文的情感，所以让人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宇辉刚才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前不久 SpaceX 那次发射失败，嗯，但是大家你会发现整个美国的学术圈资本家都在鼓掌，他们在因为前几十秒成功了，他们其实是在容忍失败的发生，甚至鼓励去试错。我到了深圳的时候看到了8个字，印象对我很深，前4个字所有城市都一样，鼓励创新，嗯，后4个字很少有城市做得到，容忍失败，嗯，所以其实一个容忍失败的这样的一种创业的氛围才可能会让很多人真的会出来。在美国你会就像你会看到一个职业特别搞笑，它叫连续创业者，什么意思？就一直失败，连续创业失败者，对吧？对，就这个意思。就跟他谈一次恋爱成功一次，实际上就是上一个没谈成，从来就没有谈成过一个。所以就像这样一个事情，你会发现它的整体的环境，辍学 drop out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当然我先说啊，人家是考上了再辍学，嗯，你不能说我连本科都上不去我就辍学。对，还回来给人说，你看人，对啊，比尔盖茨人都辍学了，那是考了哈佛，考了斯坦福，人家再辍学，而且人呢可以随时申请再回去。对，学校是同意了的。辍学，然后加上他的很多的一些战略的投资都是看长线的，就是鼓励你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干过？没人干过，投。我们的特点老问美国人干了吗？没干，那你怎么能干成呢？我们的辫子还在心里。我们特别希望的，就像你刚才讲到了，埃隆·马斯克作为一个南非裔，他从小看了非常多的书。实际上你会发现，他好多的书要不是卡尔·萨根的，要不是克拉克的，大家这么多的人用大量的科普，让他重新产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就像比如说霍金，1976年发现了这个霍金辐射，后来就写了一本最著名的科普书《时间简史》。时间简史，有人推说你有时间还简史？我说咱还能聊了吗？其实这一本书，它让太多人突然在那一刻就开始尝试理解什么是相对论了，不管是狭义、广义，还是到后面的这些内容。
再往前看，我问华大基因理事长姚汉明院士，我说你这一辈子，他现在特别想喜欢做科普，嗯，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做科普？童年的梦，嗯，阿西莫夫啊啊，机器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去翻，这是100多年的东西，嗯，但是传世了。然后他们产生的这批人，有些成了院士，有些成了这种大的一些科创家。我们那天去航天博物馆直播的时候还推荐了克拉克的书。其实克拉克是第一个提出硅基能代替到碳基的。嗯嗯。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教孩子背数到难还得花点时间呢。电脑一下载。但是碳基它的储存的效率又比硅基高太多。就分什么事儿，如果就是确定信息硅基快。但是这种混杂信息我们厉害，比如说咱俩看一个眼神就知道，哎，你这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因为 ChatGPT 看不到表情嘛，所以有很多的梗它是 get 不到的，嗯嗯嗯，它是 get 不到的。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想不管是怎么样呢，因为其实宇辉，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在于，我们永远是处于两个极端，我们在很多的科技论坛，一会儿说咱们不行了，一会儿说咱们领先了，它永远不是在二分法二极管式看世界，要不通要不断，而我们这里面的任何一本书，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我都先承认生命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嗯，这个例外就是演化的动力啊。这本书里我承认我对基因了解的太少了，所以才叫了不起的基因，嗯，这本书我更说我大概率做好了我的女儿就是个普通人，因为均值会回归的，爹妈把我培养出来本身都已经从某种程度讲可能是烧高香了，嗯，那下一代再超过我不可能，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没有必要成为你，对，我接受他健康快乐就行，我最希望的是他自己开心，他自洽，然后跟我的亲子关系比较好。自洽这个词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因为我们会受书籍、影视作品、电视等等广告所有的影响，所以你在用别人的方式来要求自己。比如说，对于董宇辉来说，你一个农村出生家庭的孩子，对于你来说，高考几乎是一生最重要而且是最公平的一次机会，你就别抱怨，你更往死里学，你还整天羡慕啊！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不用学，别人家在上学的时候都可以穿那么好的衣服，别人有那么多的成功机会，那么多的退路，你别抱怨。对于你来说，这是唯一一次机会，你请你就认真一些。等你到了大城市，你要非常辛苦的工作，要付出极其大的强度的劳动，而且你要长期读书提升自己，因为这样你可能在竞争中稍微有一点点优势，对吧？你想要这些，你想要大城市的精彩，你想要看到灯红酒绿，你想要人中龙凤，你苦着，你别抱怨。就自洽，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从而接受自己的代价。但有的人，比如说上面几辈人攒了足够多的东西，孩子可以健康快乐过一生，你也别卷他了，你何必呢？这个很重要，嗯，自己跟自己比，自己活在一个自己允许的状态下。对，我稍微给大家安慰一下，就是在于我有一个老师，两个女儿，大女儿从小特别优秀，二女儿从小就是学渣，嗯，然而今天带她上看病的是二女儿，陪他吃火锅的是二女儿，嘘寒问暖，逢年过节都去陪着他的都是二女儿。哎呀，大女儿更多的是给了他无数的光荣榜，给了他无数的精神满足。这两个你要哪个？其实自洽就行，看你要哪个。对，你如果你就想要一个光耀门楣的，那就是那个；如果你就想要一个能留在身边的，那就是老二。嗯，所以都是你亲生的，为什么不自洽呢？为什么一定要他洽呢？他洽最累。讨好型人格就很容易塌下，你高不高兴？我管你高不高兴的，远离破事，远离渣人。对，又说回这句重点了。我这句话太重要了。很多人说，严老师，平时有人怼你，你不生气吗？我说你告诉我干啥？你不告诉我，不就不生气了吗？哎，看不听。王阳明说什么？汝未观此画时，此画与你一时同济，便知此画不在你的行为。嗯、现在说。这个图你没下载的时候它就是虚的，下载要流量的，你下载的时候才看得清。对，所以便知此话不在你的心外。嗯，有些人说你不好没听见，我现在就根本就充耳不闻，充耳不闻，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嗯，所以没听见。对，就像你骂于老师，不是骂于说于老师老头，我绝对不会告诉他、啊、我只告诉观众。没事，他们都已经传达很多次了。观众们非常有意思，他们在这听的东西啊，就你今天讲，他们肯定做很多笔记，过两天他们去各种地方给人考试，啊，会这样吗？我在直播间里做的最多的一件事，第一个给他们开家长会，开家长会，我经常开家长会。你现在哪个是你的丈母娘呢？我看满屏幕都是丈母娘，这就是你可以问一下，看有丈母娘、啊、有丈母娘吗？丈母娘留个言，想看看丈母娘。第一个就是开家长会，第二就考试，以前是一个月考一次。一个月考一次啊？月考成绩，月考成绩差，大家就别买东西，别花钱了，你把钱浪费那么多，也没学知识。啊，然后完了再就是讲一些古诗词啊，讲一些胡说八道天文地理这些没啥用，但是大家都挺开心的。所以今天你看你今天来评论区，我们评论区今天应该是我可以用几件词几乎是最活跃的，最活跃的啊，就是、嗯、对，这跟产品没有关系，就是大家特别喜欢这种知识的高密度的刺激，然后很兴奋，
其实呢，主要想看我们俩互相怼。这问题是我俩老互相夸啊，其实怼怼更健康，夸夸更成长。哎呀，所以如果要是老怼你的孩子，怼多了，家长就会反怼你了。嗯，就等于说你在说孩子，你就这一次，孩子说你就不能是富一代吗？对吧？对的，一样可以怼，但是夸其实是可以互相去影响的。嗯，如果一个家里面每天早上起来大家都在互相夸，这家里一定是好的，花式夸呗。对，哎，老婆，你今天就是比昨天好看。你老婆也知道这个话，你比昨天帅、嗯、哎，对，大家就越来越开心、嗯、否则的话你胖了啪大嘴巴子你跪下这不是很扯吗？对，我以前跟我爸呢在小的时候一直都是不停的在夸我、嗯、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他比较左，嗯，就进入到国学不可自拔，嗯，天天给我算，哎，马前课啊，完了那天是跟我说东方甲乙木啊，完后说五行干属木，所以要怎么怎么地吃青的呀补，后来我就怼了一句，爸，地球是圆的，告诉我哪是东。我爸就这样，你出去。我既然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对，所以这就是说，有的时候陪你的父母、陪你的老爹，有的时候他期望你怼一下。哎，你看，你丈母娘不光多，还有不同区域的。这每天一到这个八点左右，就是各种各地就进场了，什么广西丈母娘入场，然后呢入床还是入场？入场，说错了。然后这个广东丈母娘入场，就是大家给他进场，就是他们还排队呢，还组织呢啊，谁鞋踩掉了那种，还丢了。所以这种丈母娘的现象，其实是给了今天真正有知识和智慧的人一个全新的舞台。嗯、而且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直播间卖出去书加起来快有1000万本了。书啊，1000万本书。在我们直播间刚输，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很震惊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说卖书是什么概念？你比如说科普书，在中国科普书一本书能卖掉1000本，算好的，就自然流量能卖1000本是好的。所以我不敢说这1000万本书都是科普书，但是因为宇辉包括于老师他们的努力，让这么多人开始读书了，这个就像新东方最开始初衷是一样的，因为书是最最最最便宜和容易成长的阶梯，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哎，对，而且书籍，我们之前说书籍是平民的奢侈品。你看，有的人一身珠光宝气，但是呢，第一个看个视频会员要借，第二个看本书基本都要租，但凡不租的都不看，舍不得。租书看啊！我小的时候倒是租武侠，因为那个时候武侠太多了，没必要买。对，但是书自己还是要买一本。嗯嗯。你比如说，你一年看多少本书？年现在比以前量多，以前能看个40-50本吧，有时候。现在100-200本，至少得这个量。对，因为现在采访太多了，所以你也会觉得突然你又到了一个知识的一个爆棚点，又突然，因为一旦到感受态了，它的这种神经的连接就会级联放大，而且你越看，其实会效率越高。对，就是我很同意，尤其是就像我，很多人说，你怎么，我又毕竟是个 CEO 嘛，你怎么可能看200本书呢？你只看生命科学书，就越看越薄了。嗯、一本书最后300页的时候，就只剩下30页，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推荐，我在这个书里也写了，就是做从容的父母，一个家里面300本书是很基本的。嗯，这是一个大数据统计，就是中国人其实有90%的人一年看不了5本书。哎，对。但是如果对比，比如说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的这个，他们一年都是50本书，平均水平。而他们的家庭里面，当时拉出很多个就是对教育的一个评点，最后认为就家庭的藏书量。和孩子最后的对知识，我不敢说成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是有一个强相关的。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小时候我在农村啊，你看这个家庭情况一般，父母本应该对于物质和财富表现是更大的乐趣，但是他们每次家里过年就收拾东西嘛，到了房子那些几本老书，我爸以前去杨岭农高会买那书，什么蚯蚓养殖、母猪产后护理、苹果树的嫁接，就那几本那书。不是，你看看，全都开始卖了吧？卖苹果啊，卖牛奶。就差卖蚯蚓了，命中注定了。对，就是它是一个大循环，就是那种书，他还把那擦洗，就是把那皮儿擦干净，因为那外面还有一层塑料皮嘛。早期、哎、我特别好奇，我要插一句，您父亲就是农民吗？啊，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他有什么际遇吗？他当年其实是考上了当地的一个，现在来看叫大，叫什么叫就是叫中专吧？啊，但就是技校。农技学校差不多这样，比那个还要还高一点，就是中专啊。对，当年他们学校毕业那些孩子，其实后来都安排到政府单位了，但他当年没有去，可能因为家庭家里的就是还是供不起，是吧？对。但他自己很爱书，所以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我父母对于书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尊重，真的是远超过其他东西。我小时候就每次看到了，就他们对书的那种喜爱程度，直到现在的影响着我。怎么说？就比如说同样一个，有时候去我一些亲戚家里，我有一个那个长辈，
在当地村上当一个什么村长啊那种，他家里就有很多东西，有一些吃的喝的，然后也有一大堆那个什么各种样的书，也有报纸。我爸每次回来就给我提上两捆那个就回来了。哦，可以拿这个。对对，而且那书也没人看，书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放那儿，但是大家就会去要其他东西。他每次就把那书拿回来给我看。啊，我这个事情其实很深的影响了我，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书是比其他东西要更值钱的。我俩非常有共同点。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说我生我的那个床是书垫起来的，就全是书。我家里面有20000本书，因为我父母呢虽然是在丹东，但是因为他俩还就工作还算不错，我爸是在这个电台工作，是大笔杆子，我妈妈是在银行工作，她是一个中专，但是后来学会计，她记忆力很好。但是他俩生我很难，结婚10年才生我。本来就晚婚晚育，再加上少生优生，最后其实他俩都是40几年的人，但就我一个孩子，所以他们所有的积蓄都买了书。所以从我记事开始，我好像身边就没有别的，都是书。我看的书也很奇怪，比如说家庭医生手册。所以为什么就爱上生命科学了啊？那是一本蓝皮的书，但是天天翻。这个4、5、6、7岁的时候只能看看图，7、8、9岁的时候可以看看字儿，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生殖系统。哎呀，因为所以这个充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接触越早的书越影响孩子一辈子。其实一个是藏书量，一个是家长看书的习惯。我爹啊，我印象的时候他就一个小方桌，每天晚上就是笔耕不辍，笔耕不辍就是他不是就是写稿吗，来回写，然后就摆着书。所以我现在经常跟很多家长来讲，我说你们如果想让孩子放下手机，自己先放下，你先放下，对，你端起书他就端起书。对，给孩子读书并不是说给你读那个绘本，这件事情要花你点精力，你是很烦，但是你想一想跟孩子终生对书的一种渴望和成就和习惯相比，睡前读读绘本不是挺好吗？而且可以交替读。我现在已经研究出对付我家老二的方法。我家老二比较应该说比较鬼，斗智斗勇啊，就是对，主要是对，先是斗勇，不讲书闹，然后是斗智，他永远不选那种简单的时候他让他妈读，复杂的时候教让我读，比如说打开一本叫做小动物大动物，翻开一下那里面有上百种动物，然后每次给他讲的你口干舌燥，后来我有一个好办法，我来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English 后来他烦了，最后他终于能明白谁给谁讲啊。通过这样的几个回合下来呢，他就开始明白，因为这本书里面就能讲到一些，大家就找到一个和谐和默契了。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都能把花在手机刷短视频打无厘头游戏的时间大家看会书。对，我们竟然说书香门第，你家里就那一两本还经常用来盖个什么泡面呀、垫个砂锅呀，你那不可能有香味的、我见过，我真见过、还有的就是买成套的书，素质高格。我进门一看，这家大书柜，哇，红木的特别好，上面一摆上20、60吉祥物，那都是。对，其实再一看，里面那个塑料皮都没拆。但是也真的是，很多朋友，当然我不能说是我们影响，很多朋友本来就是爱读书之人，只不过正好是在这个平台跟我们相遇了。好多朋友呢，现在就把家里已经改造了，电视墙基本上电视拆了。我家没书啊，我家没电视啊，就是其实。我家为什么电视，就是不想让他活在一个混杂的环境里，就是家里面基本上我有一个大的一个投影幕布，如果想我有时候会放这个纪录片啊或者看科幻片，我会放起来，但剩下的东西就是以书为主。我其实会刻意营造，我教大家两个小技巧，哎呀，如果家孩子将来看到会觉得他爹是这么干的。第一个，不管前天晚上几点睡，临睡前偷偷的弄一本书放到第二天吃早餐的那个位置上，就让他们知道爹昨天晚上又看书了。哎呀，这是第一个事儿。对、第二件事呢，不管早餐有多忙，总会拿开一本书唰唰唰唰唰来几页，翻几页、然后顺便可能再去做一做这种亲子的沟通和交流。实际上就是想给他训练出一个东西，就是书你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聊天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都没有留白，书是有留白的。读书的时候会让你的大脑真的去奔云，而且大家会发现很多特别有智慧的人，他尤其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生所学全部都倾泻于纸张之上啊！你只用特别是传世的书，就是读书有时候叫不读活人的书。对，你只用特别便宜的钱就能够感受到很低的成本，感受到那样的智慧，或者是精力，或者是心态，或者是勇气啊，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那是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方式。
宇辉讲这个，我也给补一句啊，中国很多的产品也许大家都觉得贵，书是最便宜。书在中国的定价真的是便宜，这个是真的。比如说这几本书其实都是几十块钱，如果我们到比如说英国或美国，这样书都要几十美金或英镑。所以在中国能选择一本好书，而且把读书作为一个习惯，应该说真的你会感受到老天有一天，宇辉这么讲，神都会帮你，老天也会狠狠奖励今天正在努力读书的你。对，叫神助自助者。生命密码没了，做穷人的父母也没了，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不起的基因了。这本书可以做一个开始，如果你读这本书特别喜欢，完了之后你可以去营业老师那儿去买剩下那几本书啊，都行，书店里买也都行，不管在哪儿买，其实只是希望今天能够以这几本书作为一个契机，让孩子发现生命之美。用营业老师的话特别经典说，生命如此美妙，我们却知之甚少。如果孩子能从生活中这些常见的现象，一些小的事情开始感知到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走到今天每一步都那么的恰如其时啊，又恰如其分，从而对生命科学开始感兴趣，也许好多年后他不一定非是一个优秀的生命科学家，他可以是一个医生，他是可以是一个老师，他可以是一个护士，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职业，他哪怕就有一天就成为一个比如说跟我一样去卖菜呢，但是他也可以从一个花花草草，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生命的真谛。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非常 有意思的观点，比如在原子的层面，人类是永生的。哎，如果说到一些物质的层面，那我们跟世界万物没有任何差异， 对， 对吧？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我跟镜子前的你，这个差异不小，不大于0.5%啊。所以他的内心会感受到更加丰富的世界，了解这些知识对他的人生可能没有并没有直接的改造作用，但是会让孩子更加宽容的理解这个世界，也让孩子更加炙热的爱这个世界，这就够了。宇辉最大总结其实也让我很感动啊，因为其实康德有一段话，就当我凝视天上的繁星，我觉得我们跟他是一体的。对，因为我们都是星星的孩子。对，我们在原子上物质不灭，我们跟星星是一个，来自于同一个物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做人没什么了不起，我好像就是无机的。但是当我向我的内心凝视的时候，我自内心是有道德，有崇高的道德律。这种崇高的道德会使得我开始逐渐脱离于我们目前的外部世界，甚至感性世界。我开始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无比的精彩，因为我们此刻最美好的就是当下。对，都是当下。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不管是天上的繁星，亦或是心中的道德，都会让我这一刻觉得此刻极其的美好。就像今天在座的各位陪我跟宇辉听我俩在这插科打诨扯淡两个多小时，但今天聊得特别开心，我发现营业老师今天状态也特别好，因为遇到你了。哎呀，感谢感谢感谢，实在是太，没有人能够去把握未来，所有人都能把握到现在。对，这一宿呢，就算是我跟宇辉这辈子第一次两个多小时的缘分，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结缘，这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支持我们的。然后您没事就多写，多 写完了再来啊啊，好，因为你现在书没了，就剩最后2000本这个了不起的基因了啊。然后呢，今天来的朋友，只要于老师的朋友都不能空手走，都不能空手走。对，这个是刚才给您提到大兴安岭那个野生的蔓越莓，这个回家送给嫂子。特别感谢，我这个就要去带过去，而且大家真的去支持一下大兴安岭，支持一下大兴安岭非常重要，因为大兴安岭如果大家真去过。今天的漠河已经有极光了，我们应该去多支持这些祖国的边疆，依然还有一批很了不起的人在那个地方替我们去守卫着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已经有极光了啊，就是漠河，漠河。哎呀，我想休几天假，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哎呦，啊，放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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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呢，这个是蓝莓园，也就是您今天提到的，啊，这是啊，对，这就是那个宁夏那个。啊！如果今天大兴安岭的那几位老师看到了，这是当时我去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啊，感谢于老师和宇辉能把这个东西大家能够带走，啊，其实大兴安岭今天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帮帮忙，它就不是问题。对，这个我相信这就是行善积德的事情，多支持这个东西。从去年开始就特别受大家欢迎，因为它很健康，好多朋友买了。我们的去年那段时间一天几万单，一天几万单，最后大家都回到山里去摘野生蓝莓去了。因为野生蓝莓就在那个时候要才能捡得到，它就几十万人，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来源，所以这件事情呢，希望大家多帮帮忙。哎呀，全是东北产品，吉林长白山人参片，人参片，这是补气的。我俩聊两个，哎，这个不敢说呀，一会儿就扣分了。没说，没说啊，对，这是茶叶，这个是不让人生气的啊啊，不让人生气的，对，这是什么？
都没空手走，怎么生气呢？安吉白茶，对啊，好，这是很好的茶。对，所以是就是看您喜欢，给您多拿一点 不用再镜头前展。不是啊，不是都给我的是吧？都给、都是给我的，还有更多的呢。啊，好。今天聊得非常开心，然后这个现在书只剩最后2000单，了不起的基因了，然后也期待莹莹老师再来，我相信今天晚上大家的感受跟我一样的好。什么叫锁门？这是个什么语？锁门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要走的，他们意思把门锁，让你别走，继续。哦，这叫锁门啊。对，好多一般就到最后了嘛，对，大家感觉聊挺兴的，反正书也卖完了，人就走了。感谢各位丈母娘啊，丈母娘，感谢丈母娘，丈母娘太多了，这是再三挽留啊。哎呀，现在17.4万人。咱俩刚开始聊那会儿人数可能才几万，不到5万吧一开始啊，但现在聊了17.4万人，充分说明了真的很多朋友是被您这个渊博的知识留下。没有，我希望大家可能忘掉我这个任何的身份，就变成一个和宇辉在一起可以聊聊天的这样两个朋友，希望以后多来点这样的补脑，因为今晚没吃饭，说实话聊到现在我也有点低血糖了，一会儿还是再吃。把这些全部端出去，在办公室里让爷爷老师先吃一会儿。先吃一会儿。我马上出。再见各位啊！好，谢谢宇辉。把这些端出去。这些东西都真的得带走啊！我真的要带走。好，云老师是这两天跑云南去，要不然咱今天晚上又是过期饮料了。他家里过期饮料多得很。把这个也拿出去，让爷爷老师吃一会儿。车厘子也拿出去。了不起的基因。还有是吧？还有少量库存。我觉得这些书真的还挺有意思的，让孩子看一看。有的时候呢，伟大的成就来自于一次童年的梦想。所以父母种下什么样的因，孩子很有可能收获什么样的果。无论是科学，还是医学，是美学，还是哲学，都可以。孩子灿烂若漫天繁星啊！我们不是点亮星光的人，我们是凝望星光的人。你看我今天晚上拿黑板都忘了草，都忘了写了，就聊太开心，这第一次忘了写了。知识量太大了，以我这点浅薄的学问也总结不了，确实总结不了啊。山西是19号去，19号到山西，然后这个20号在山西播，21号在大同，应该是21号、22号是从大同往南。我这次这个于老师组织一些老师看世界的行程，是从山西的北部往山西的南部走，因为之前给大家多次提过，山西的文物特别多，然后山西的这个历史也极其悠久，我们不能总是嘴上说，希望带大家能够云游山西。也特别期待啊，我们这次的行程能够让大家真正领略山西之美。之前有一句话叫做做时间的朋友，我们现在这两天了解越多呢，大家越会发现山西真的是时间的朋友。煤炭呢来自于数亿年前的这个森林，深埋于地下，对吧？像苦守了千年的秘密，有一朝一日当面与你吐露，然后你发现它燃烧之后带来了城市的温暖和光亮。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陈醋，那也是要足足酿制的。大家喜欢山西的汾酒，那一抹清冽，对吧？清香，它的甜，那肯定也都是来自于时间的蕴藏。而且如果熟悉的朋友，大家知道其实山西的白酒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后面的很多的对香型其实最早都来自于山西。接下来给大家迅速的推荐一些产品，因为这个产品经理说我今天的货任务没有完成。首先是黑谷薄脆饼干，之前大家说那个咸太甜了，现在去了糖。这一周的配料主要是小麦粉、黑谷物粉，里头包括了黑米、黑豆、黑麦、黑青稞、黑芝麻、黑小米、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黑枣，然后再有植物油、少量的白砂糖，然后芝士粉、盐、乳粉和小苏打。大家刚才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生如蝼蚁而美若神明，当然我们还喜欢另外一句话，叫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所有食物的黑色都来自于阳光，来自于土地，来自于每一场雨雪的馈赠。我们把这些自然送给你的讯息珍惜的收藏，希望你嚼到嘴里那一口酥脆，我们有个低糖版本和舌尖的香甜能够让你喜欢。对，这个低糖版本里头就去掉了那个白砂糖了啊，去掉白砂糖了，这个跟刚才那个区别。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荔枝 ，OK， 无人知识荔枝来呀。当然，我之前给大家多次讲过，我觉得，有一本书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叫做《长安的荔枝》。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当年的杜牧从长安啊，现在西安，然后路过临潼的时候，写了这样一首诗，我们都记住了后面这两句。当然呢，后来也在反思大唐盛世如幻影泡沫破灭之后，人们觉得都是一个不勤政不清醒的帝王，然后又习惯把错误都归结在一些不相干的人上。我们总觉得是，杨贵妃过度的宠爱，然后影响了他。但是你想一想，人想吃个荔枝之余嘛，所以大家会发现到最后还是要生产，还是要科技，还是要发展啊，打嘴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互相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真正的科技提升，提升了运输，提升了这个保存，然后提升了种植的标准，现在大家就能非常方便而且实惠的吃到荔枝了。它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它是一个舌尖清甜的日常。48.9块带走3斤，然后68.9块带走5斤，单果都是18克以上，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啊。对，3斤的卖完了，然后4.5斤的还有2000单。嗯，好甜。也之前给大家科普过，在唐朝的时候吃的荔枝主要是哪儿的？其实主要可能是涪陵的。这是海南，因为现在海南温度高，热量能达到。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广东一带当然荔枝很多，那会儿从岭南地区运往唐朝的荔枝也有，但是鲜荔枝可能比较少。如果从当时的岭南地区运往长安的话，大概率可能会坏，所以它可能会做成荔枝的其他形式。由于后来专门还修了一条路，我们叫荔枝道，大家知道的。喜欢朋友自己拍啊，来下一个产品。龙碗脐橙多钱？32.9。32.9。4.5斤的大果，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适合的。龙碗脐橙就是刚才聊到的，说挂果期要300多天，那甚至接近400天，但是，错开上市时间其实对他来说更友好，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不用跟所有的橙子去打架，而且因为超长的生长时间，所以他更甜，水分也特别足。有4.5斤，现在只剩下大果了，对吧？对，32.9块，其实价格还挺适合的。你看你按4.5斤算1斤，6块多一点啊，还行。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拍吧。爷爷老师在旁边办公室休息啊，今天晚上聊的这几个小时特别的畅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收获颇丰啊，反正我今天晚上就处于一种很开心的状态，极度兴奋，就是大量密集的知识点，然后在妙语连珠啊。你会发现虽然他是做生命科学科普的，但是他对于这个文字的驾驭就是真的炉火纯青，表达出来的效果会特别好。他在很多科学的理性的一些事实的基础上，再用很多我们传统的文学啊，或者一些国学一些经典名著的语言交织在一起，就让你感受到了文学的细腻和柔美的同时，又感觉到了科学的理性和刚强。我觉得这个表达真的太牛了，向他学习啊。嗯，晚辈愚钝啊，向前辈学习。这个纽诗兰的牛奶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多次，4.0克乳蛋白，所以喝牛奶就是为了要蛋白质，4.0克乳蛋白，所以相对来说营养比较丰富啊。另外一个呢，因为好多朋友，比如说对于这个脂肪啊，他可能有血脂问题，对于脂肪含量比较担心，所以这个是低脂的，84块钱带走24盒，一盒算下来不到4块钱。喜欢朋友自己去拍，就是普通牛奶的价格 ，OK， the price of average milk， but you get the nutrition of quality milk。5月20号之后会涨价。对。OK。为啥？他们品牌吗？他们品牌要涨。嗯。行吧。对，就我们后面肯定会卖。4.0克乳蛋白，确实蛋白质比较多。刚才说到了这个人类身体对于牛奶的适应啊，其实最早驯化牛或者喝牛奶早的就是在大部分人比较公认就是在现在这个 Scotland， 苏格兰高地啊。所以他们对于奶的这个摄入和使用时间就比较久。我们喝的晚，所以很多人会有肠胃不习惯的情况，但你喝的多其实慢慢就好一些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新西兰加配的奇异果啊，
59.9带走8粒，哇，这个价格确实挺贵啊。按自己的诉求，好吧，风险由人。这个很甜，我今天尝。甜是甜，贵也是珍贵啊。啥时候国产的都能卖这样的价钱就好了。哇、哦！奇异果自己拍吧。哈啤酒，再也不吃嘎了，是鸡爪，无骨鸡爪，49.9，1000克一桶，2斤。让我尝一个。风味已经来了是吧？马上，我要完成到多少？二，完成到二。那我再买50碗是吧？好。哇，这个挺好吃的。给。这头还放了荔枝，是你们自己放的吗？对，我们自己放的。好。辣是痛觉，但是人身体在提取到辣椒素的时候会释放一种多方东西，叫做内啡肽，给你形成一种奖励，所以每次吃完就是又辣又爽，鲜辣再爽的。啊，辣是痛觉，身体要补偿你。我没有啤酒牛奶。告诉你，别怕疼，别怕疼。所以就有了内啡肽。辣椒的大面积种植时机已经到了清早期和中期啊，很多地方的种植玉米的大面积推广实际上在，比如说我举例，在我老家那一带其实是更晚，比辣椒推广还有更晚的事情。你从很多地方的县志里都能读到。自己拍啊，朋友们！来下一个，100，西宁珠是吧？嗯，他们的新口新香味，新口味，我天！橙花小苍兰，西宁珠。一盒是34克，所以1、2、3、4、5、6、7，对吧？对。34×7等于3721，4×28，238克，对吧？238克，然后再送一袋100克的，包含100袋的香氛，大师香氛 ，OK。3天洗一次，这差不多可以洗2年，算。可以洗2年。现在这种东西一买都是买2年，我天哪！保质期3年。来，这个也是之前一直非常受欢迎的牛奶，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个牛奶的口感，也是4.0克的蛋白含量，它是全脂啊，所以家里如果有学生的话，它会非常方便。200毫升一桶，也不至于，不够营养，也不至于太多喝不完撑勉强，恰到好处。你看这个奶皮特别厚，发现没？原奶优于欧盟标准，然后更多贝塔乳蛋白。OK， 一箱一共24瓶，算下一瓶就是啊，4块多，对吧？4块1。需要朋友自己拍，这个已经卖了很多次了。这就是大家来可以补货。对，奶源来自德国哈。刚刚一直说的蓝莓，这是丹东蓝莓。嗯、蓝莓。哪儿的？丹东。口岸城市。右下角小黄车，大家需要自己拍啊。猛吃一只。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紫薯。多少钱？18.9啊 ，OK， 那可以。
紫薯除了直接吃以外，这个你还可以把它做成甜点。蒸完了之后把薯泥弄出来，然后上面淋一点点的 like what 芝士，你可以烤，你也可以淋上一些这个，它跟山药可以在一起，山药泥和紫薯泥，然后淋一点甜的果酱，也可以煮粥啊，最后粥是紫色的。18.9块带走5斤中果啊，价格还是挺实惠的啊。我达成目标啊，行，那我走了，拜拜。主打的就是一个，主打就是一个拔腿就跑。对，因为爷爷老师还在那等我，出去跟他说。对对对，好，继续迈下去，好厉害，完成了。